第三百七十七章宇宙中崛起，跨入宇宙级。太阳系，火星。这是一颗无比前造沙漠的星球。然而，一艘纯黑色的飞碟状的太空船正停在一组有数百公尺直径的深坑中。这艘太空船也是罗峰的备用飞船之一，而现在这艘太空船就成了罗峰在火星上的暂时闭关基地。在太空船的巨大进室中，一通体深青色长方体的营养舱正横在进室中。整个营养舱长为二十一点六米。 宽为八点三米，通体主要是深青色，同时营养舱金属表面还有许多复杂的花纹装饰，加上几个简单的按钮。一级营养舱，浩瀚宇宙人类族群中堪称最顶尖的营养舱，单单购买价就达到八千六百亿宇宙币，相当于三四个便宜荒凉点的星系了。它表层的深青色金属是堪比赤混铜母的一种 F 八级金属，青炫石母，价格极为昂贵，当然。 罗峰使用的武器赤混铜母残片，虽然只是一小片，可价格同样会很惊人。就是因为它的工艺，它珍贵就珍贵在那刃状边缘，将赤混铜母那种无比坚硬金属弄得无比锋利，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越是等级高的金属，想要加工制作就越难。赤混铜母那可是连不朽存在一拳砸上去，只能砸出一个小凹印的可怕金属。当年与莫星主人。 为了将飞船边缘造出那么三角环状的刃边，的确是花了很大代价，这才令陨墨星号飞船无比强横。一旦加速起来，切割行星、陨石都如同切菜一般。因为是青炫石母外壳，所以就算不朽存在，也得花费很大力气才能破坏营养舱。舱内，全身赤裸、身材比例堪称完美的年轻黑发男子躺在深灰色营养液中。 一股股充满生机的能量正沿住他的皮肤每一个毛孔，迅速的渗透到他体内深处。那奇异富含生命之力的力量，渗透到体内细胞基因物质后，立即开始推动基因物质的改善演化。一吨营养液可以买下上百个宇宙级奴仆，可以买下万颗生命星球。头发不断变长，他的皮肤变得更加晶莹，骨骼更加密实，肌肉纤维密度更高，爆发力更强。 关闭罗峰，一时下令给营养舱上的智能，吃吃，营养液快速下降，舱内迅速变得空荡荡的，且无比前燥，一股股高压热浪彷佛毛巾般擦拭过罗峰的身体，随后舱内自动加入清水，冲洗过罗峰的身体，最后再次前燥洗净。罗峰站起身子，从脚有三公尺高的营养舱中跃出，同时体表自动形成一套深红色战袍，脚下生出一战靴，啪。 战靴踩在太空船的合金地面上，这营养舱不愧是一级营养舱，进化效果真惊人。罗峰双眸发亮，看住眼前深青色的巨棺。进化再好，可你的身体也得劳逸结合。在营养舱内躺了近半个月，你最起码得休息半个月才能再次进去。对了，罗峰，你的万剑魂印练得怎么样了、啊？很随性的声音回荡在太空船中，这是智慧生命巴巴塔。 现在能一次发出两百二十六道剑魂印，罗峰说。万剑魂印秘法，罗峰当然不会松懈，毕竟只有将万剑魂印修炼至大成，才能施展奴役魂印。这魂印一道，才算小有成就。太慢，距离发出一万道剑魂印，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更别提万剑合一了。巴巴塔高喊道。我明白。罗峰一笑。连续半个月的进化，加上念力苦修，罗峰也很疲倦了。 立刻走出了太空船外舱门，飞出深坑，来到火星的地表。红色的冰冷沙砾一望无际，远处隐隐有着冲天的尘暴。全身笼罩在魔云战衣中的罗峰，遥看这片大地。忽然，远处冲天的尘暴中，隐隐有着一无比庞大的影子迅速靠近过来。这是宛如一座山脉的巨大怪兽，体表尽是黑色鳞片，唯有那狰狞昂然刺向天际的两根尖角上满是金色密纹，脖子、背部也是一片金色密纹。 呜！远处的金角巨兽发出一声冲天吼声，冰冷的眼眸看向远处的人类罗峰。罗峰也看住远处的金角巨兽，也该突破宇宙级了。罗峰眉头微皱。金角巨兽身体，地球人身体可以同时出现在外界，也可以单独一个出现在外界，也可以都不出现在外界。两具身体都不在外界时，那时候那颗原核将会在外界。不管如何，原核。 是肯定在外界无法进入体内世界的治愈肉体，不管金角巨兽肉体还是地球人肉体，就算破损重伤都能修复，因为对罗峰而言，他的生命核心其实是那一颗包含着他灵魂的原核。当然，原核是死穴，罗峰也不敢将原核光溜溜放在外面，那纯粹是找死了。之前战斗之所以金角巨兽出现时，地球人身体躲进体内世界。 是因为罗峰不想被发现自己地球人身体和金角巨兽的关系。至于现在，因为整个太阳系都被布置了防御系统，绝对不担心有人发现他和金角巨兽在火星上的宇宙级也该突破了。罗峰摇摇头，一挥手，一堆各种珍贵金属出现在地面上。罗峰随即化作一道流光，飞向远处的太空船。金角巨兽庞大若山脉的身躯，却是盘踞在沙漠大地上。 伸出蹄爪盖住那一堆金属，空间扭曲，一堆金属迅速缩小，而后消失在金角巨兽掌心。火星上一如既往的宁静，只是多了两个生命，一个是躲在太空船里的人类，一个是在沙漠地底的星空巨兽。时间一天天过去，罗峰虽然焦急，却只能等待着。华夏时间二零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这天，火星沙漠某一区域地底，金角巨兽正盘踞其中。嗷呜！ 浑厚的、充满兴奋的声音响彻天际，轰！一道人影迅速从太空船中飞出，悬浮在半空中，遥看远处金角巨兽盘踞的老巢，一脸喜色。体内世界终于突破了，进角巨兽体内世界，笼罩在金色雾气中的大陆，这片大陆方方正正，长宽都是九十公里，但此刻整个世界猛地颤动起来，原本在大陆四周的大量金属雾气疯狂涌向整个大陆。 令金属大陆疯狂吞噬雾气，开始疯狂扩张范围，长宽都不断扩张，高度不断扩张，这片大陆也变得更加的厚实。金色雾气的急剧缩小，换来这片金色大陆的不断扩张，令人目瞪口呆的扩张。短短数个小时，这片大陆就从长宽九十公里直接扩张到长宽一千公里，面积扩大了百倍之多。金角巨兽的核心是原核，原核的核心。 是体内世界吞噬大量金属，也是为了让这体内世界得以扩张，变得更加完美。只有体内世界扩张了，金角巨兽才能突破。而此刻，从长宽九十公里，极短时间内突破到长宽一千公里，体内世界已经完成了根本性的跃迁。轰隆隆，火星沙漠深处，没有体内世界的限制，一直被压制在恒星级九阶巅峰的金角巨兽。 终于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着一声无比兴奋的嚎叫，金角巨兽的庞大身躯开始缓缓变大，骨骼更加粗壮，鳞甲更加坚硬，甚至于额头上开始渐渐冒出第三根尖角，宛如披甲覆盖大半身体的金色密纹也发出神秘的光芒，不断渗透到金角巨兽体内。原核中，在一座近乎笼罩整个虚空的巨塔内，九颗无比炽热的火球正按照奇异的轨迹，彼此相互环绕。 形成奇异的天体结构，这就是罗峰的灵魂实质构成。当失去体内世界的压制，顿时宇宙中精纯的能量被疯狂吸收，顿时已经达到极限的九颗火球，随着吸收，九颗火球都开始震动起来，体积开始迅速膨胀。轰隆隆，几乎一瞬间，整个火星上空的宇宙能量都疯狂被吞噬，形成了可怕的能量漩涡。如此惊人的能量，九颗微型恒星体积迅速膨胀。 短短片刻，体积就大了十倍，九颗火球都处于颤抖中。同时，就这么刹那，便让其中最大的一颗微型恒星膨胀到了一个极限。砰！其中最大的一颗迷你恒星猛地爆炸。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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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其他八颗微型恒星接连爆炸，在超过他们极限的情况下，他们都同时爆炸开来，化为无数的星辰碎片。 甚至于形成大量灰尘星云，许久后一切恢复平静。原核中大爆炸后产生的大量星云、星团、尘埃，许多无比微小的星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星系。这个巨大的漩涡星系最核心部位，微小星辰最是繁多，以千万计。同时，整个漩涡星系有着八条旋臂，密度最大的漩涡星系核心，却是有一极为小的黑暗区域，在那里。 是整个漩涡星系的第一个黑洞，这微小黑洞正在缓缓吞噬周围的星辰、尘埃等，同时却在无法触及的地方产生丝丝精纯的力量。嗤嗤，宛如薄雾的念力，宛如凭空产生，出现在巨大漩涡的周围，令整个星系笼罩上一层光晕。组成这光晕的奇异薄雾力量，就是宇宙级精神念师的依仗念力，无比精纯的念力。金角巨兽正是跨入宇宙级。 第三百七十八章，宇宙中崛起领域法则。荒凉的火星地底深处，罗峰脸上满是激动之色，迅速朝地底钻去，突破到宇宙级，这才算真正开始踏足强者行列。作为整个宇宙中都堪称最巅峰血统的金角巨兽，达到宇宙级才能表现出他逆天的天赋。唰，罗峰整个消失，进入体内世界，而身体已经逐渐变大。 体长已经超过一公里的金角巨兽，从三根尖角、头部、脖颈、连绵的背部、翅膀、四条蹄爪、尾巴，这些上面的鳞甲上从出生就有的金色密纹，此刻正隐隐有着丝毫光，迷蒙的金色领域笼罩在这只金角巨兽周围。这，这就是领域。罗峰的灵魂能够清晰感觉到这股奇异的能量，这是在刚才突破到宇宙级后，在那天生密文的帮助下，念力。 原力、意志、身体自然而然达到一种无比美妙的和谐状态，力量之间甚至于产生了融合。融合后的金色能量，竟然能对周围空间有控制效果。血脉传承记忆中讲述，金角巨兽就算吃了睡，睡了吃，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也会自然拥有领域，并且领域不断上升，一重、二重，直至九重领域，乃至最后突破到拥有世界之力。 跨入界主这一层，甚至于都能得到宇宙本源中的金之本源法则承认，达到界主巅峰，传承记忆，果然不虚，果然不虚啊！太太逆天了！罗峰心中激动澎湃，人比人气死人，人跟星空巨兽一族中最巅峰血统之一，甚至于堪称宇宙中巅峰血统之一的金角巨兽相比，更得气的要死。拥有领域很难，如虹雷神。 一个是内家拳宗师人物，一个吸纳华夏内家拳、古印度瑜伽术精华。这二人经历大涅盘时期等，最终才突破内家拳、古瑜伽术的最高境界太极圆满、天人合一，达到更高一层，拥有领域。而金角巨兽作为浩瀚宇宙中最巅峰血统，注定了成长到最后可以得到宇宙本源法则承认，达到界主巅峰。得意什么？兴奋什么？红河雷神。 行星级的时候就拥有领域，你达到宇宙级才拥有领域，还兴奋得意。至于法则，那朵无常哈克斯和盖奇一战，那哈克斯都能感悟一丝宇宙本源法则。还有，上次你在杀戮场决战空间，你和雷神都被一个白袍女子给轻易击败，那白袍女子也才恒星级一阶就已经感悟法则了。宇宙人类中天才极多，你得意什么？天赋好不代表成就就高。 金角巨兽一代代传承，历史上全部加起来有很多金角巨兽，可同是金角巨兽，成就却差距很大。有的金角巨兽纯粹吃老本，最后达到界主巅峰，经过漫长岁月老死；有的金角巨兽一开始也是纯粹仗住天赋好，浪费了漫长的生命，只有经历挫折才惊醒，才会努力刻苦修炼。可之前浪费时间太长，很多都无法成为不朽存在。 只有极少数金角巨兽很早就明白，天赋好是一方面，本身努力也很重要。这些金角巨兽才会将一些秘法，如绝对空间，如九重司空练到极高地步，甚至于跨入不朽，甚至于有些金角巨兽不朽存在，都创出一些秘法，成为金角巨兽整个族群中的英雄强者。界主巅峰，不朽，不朽中的超级强者，你想成为哪一个？如果仅仅只是想成为界主巅峰。 你就天天玩吧。当年你在太平洋那奋力一搏，拼死一战，夺得金角巨兽身躯，已经注定了成为界主巅峰。对你而言没有难度，想成为不朽，就得无比的勤奋。不朽中的超级强者，比你老师还强，那就需要勤奋、够狠、悟性等诸多因素。你选哪一个？巴巴塔的一连串呵斥令罗峰惊醒。巴巴塔说的没错，红河雷神行星级就拥有领域。 当初轻易击败自己的白袍女子，恒星级一阶就感悟了法则。论天赋，或许人类不如金角巨兽，可是宇宙人类族群人口实在太多，无比庞大的基数，令人类族群中会诞生一些悟性极高的逆天天才。金角巨兽的天赋既然无比逆天，那我就得和宇宙中人类最逆天的天才去比。罗峰双眸发亮，金角巨兽，一代代的金角巨兽多得很，我要成。 就成为最强的那头金角巨兽，罗峰心中豪气万丈，巨大的暗金色双眸中迸发出金光。老师，他当初仅夺舍龙科族少年的肉体，我却夺舍金角巨兽肉体。老师当年靠自己创出魂印一道秘法，而我却是有金角巨兽与墨星一脉这两脉秘法的底蕴、天赋、底蕴我都有，毅力我也有，悟性我也不差，一切都有。那我最起码先成为不朽，而后。 成为不朽中的超级强者，比当初杀死老师的那位不朽还要强。罗峰对未来充满渴望。金角巨兽盘踞在火星地底，以他全身鳞甲上富有的天生的奇异秘纹，令金角巨兽全力静下心后，隐隐能够感应到一种奇异的波动，那是浩瀚宇宙本源的一种波动。不过，这种奇异波动彷佛被一层又一层的纱布给蒙住，令罗峰感应起来很是吃力。但即使如此。 也令巴巴塔惊叹无比了，因为正常情况下，达到八重领域、九重领域才能模糊不清感应这种波动，而罗峰仅仅一重领域就能模模糊糊感应到了。金角巨兽在体内世界的金属大陆中感应金之本源法则，那种宇宙本源的波动竟然隐隐更加清晰一丝。时间如流水，匆匆而过，一月又一月，往后的日子中，首先是地球五强国的移民。 最早一批移民加起来大概有八万多人。罗峰在银蓝帝国银河系境内买下一颗星球，名叫碧红星。碧红星上原先就有数亿人类居民，而现在这最早一批地球出来的移民就被安排在了碧红星。安排完此事，罗峰就一心沉浸在修炼中。人体是专心于万剑魂印，也花费部分精力去研究遁天梭。至于金角巨兽，则是完全沉浸在领域法则的天地。一晃。 就已经到二零六五年了，两年过去了。华夏利二零六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火星上的罗峰修炼基地中，在太空船的宽敞进室中，一尊深青色的营养舱静静摆放在那。忽然，营养舱自动开启，露出了里面的人体，全身赤裸。仅仅三寸黑色短发男子罗峰，全身迅速形成一层战衣、战靴，而后则飞出营养舱。两年功夫。 总算跨入恒星级期间，罗峰微笑道：“这一级营养舱的确是不错，空间秘法修炼的怎么样？”飞船中响起巴巴塔声音：“没头绪。”罗峰摇头：“空间秘法实在是太难，我根本一点进步都没有。两年多前，罗峰在界中界中开始修炼万剑魂印，这万剑魂印属于与莫星一脉魂印秘法中比较基础的一种魂印，可依旧耗费了罗峰一年多近两年功夫。” 最终才练到万剑归一的大成地步，练成万剑魂印，再练奴役魂印，很容易就成功了。而这时候，巴巴塔交给罗峰一套秘法，说出这么一番话：“罗峰，你老师虽然没有将空间本源法则完全领悟，可也是得到空间法则承认，在空间秘法上有大成就的，甚至于能够穿梭暗宇宙，直接掩盖宇宙坐标者，在不朽存在中也只有极少数才能做到。” 你虽然是金角巨兽，可也仅仅只能感应到金之本源法则，更何况空间本源本来就是宇宙中非常难感悟的一个，和时间本源并列为最深奥不可测的两大本源法则。所以你现在回应。小城万剑回应成功，奴役回应成功，又拥有自己的领域，勉强可以开始参悟这空间秘法了。从最简单的开始吧，这空间秘法从入门开始。 每一步都非常非常艰难，不过你修炼过金角巨兽秘法绝对空间，或许参悟这空间秘法能容易点，努力吧。本源法则才是大道，精致本源法则，你让金角巨兽修炼这空间秘法，就是你以后主修的。巴巴塔当时无比期待，他认为罗峰有金角巨兽的天赋，应该会容易点。可惜修炼数月一无所成，连入门都没成功，准确的说，连门都摸不到。 巴巴塔，这空间秘法入门都无比的困难。罗峰说：“别灰心，几个月不成就几年，几年不成就几十年、几百年，慢慢来。”巴巴塔笑道：“或许我对你太苛刻了。这空间秘法一般是界主强者才比较容易修炼的，不过越早成功，将来成就越大。”明白？罗峰点头。对了，罗峰纳诺兰山家族的人马，按照时间推测，应该就在最近十天内到达。算上误差的话。 他们那艘宇宙飞船最近几天随时都可能出现在太阳系。巴巴塔提醒道：“第三百七十九章宇宙中崛起罗峰与白卡罗诺兰山家族。”罗峰微微一笑：“我也等他们等了好久了。早在两年八个月前就已经知道诺兰山家族人马穿越虫洞，正朝地球飞来。这么久的时间，罗峰早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信心十足。”太空船中回荡住巴巴塔爷余的声音：“对了。” 罗峰，现在我们该回地球了吧？不急，罗峰摇头一笑。金角巨兽正在修炼本尊天地，暂时不能停，等会吧。我也趁机去杀戮场决战空间练练手，有段日子没去了。杀戮场决战空间对你没挑战性吧？月借，就有挑战性了。罗峰微笑，随即盘膝而坐，闭上眼睛，意识接驳虚拟宇宙网络。虚拟宇宙网络，黑龙山岛屿的杀戮场的其中一个决战空间。 这是一望无垠的沙漠，沙漠上站住两名男子，其中一人脸上都有青色鳞片，额头有着尖角，背上有着两柄交叉的战刀。他冷漠的盯着远处的对手，他的对手则是穿着白色战袍，有着一头银色长发、银色双眸的俊朗男子。摆刀，银发男子嗤笑一声：“竟然敢越阶战斗，我会让你知道宇宙级九阶和宇宙级八阶的不同之处。”哼，青鳞男子冷哼一声。 这令银发男子面色一沉轰。轰轰！青灵男子和银发男子忽然同一时间化作两道流光，瞬间撞击在一起。杀戮场的某进室中，穿住深绿色战衣的诺兰山正和穿住灰色长袍的男子交谈着，同时他们面前还浮现着一屏幕，屏幕上正播放着青灵男子和银发男子的对战。白卡罗的实力比过去提高很多啊！灰色长袍男子双眸狭长。 面带笑容的夸赞道：“白卡罗的天赋、毅力、悟性，是我麾下几大弟子中最优秀的一个。”诺兰山略带得意道：“我虽然得到巨斧武者称号，可当年我在宇宙级八阶的时候，也不一定有他现在的战斗力。”评价这么高，灰色长袍男子惊讶道：“那你认为他这一战能赢？能赢？”诺兰山点头。他的对手可是宇宙级九阶。灰色长袍男子说：“你看住就是。” 诺兰山自信十足，荧幕上，青林男子白卡罗和他的挑战对手厮杀的极为惨烈，青色狂风环绕在周围，白卡罗就庞福风的宠儿一般，整个人化作一个陀螺，不断的旋转住，双手中的战刀更是化作一道道雪亮的刀光，不断的切向那名银发男子。而银发男子身形无比飘逸，身体周围也是四射住道道白色光线，整个人就好像一颗太阳。 这银发男子操控住一条丝状念力兵器，不断的缠绕向白卡罗。十刀，青灵男子面目狰狞，一声低喝，刀光顿时化为十道刀光。五十刀，又是一声低喝，那雪白刀光更加的盛，一道道雪白刀光就彷佛形成了一朵莲花似的，每一道刀光都成了莲花的花瓣。丝丝，一根丝状兵器在周围狂舞，一次次绞杀向白卡罗。 百刀白卡罗怒喝一声，轰隆隆，无比耀眼的一道道雪白刀光，一瞬间彷佛形成了冲天的海啸巨浪。由上百道雪白刀光组成的巨浪，瞬间就将那银发男子完全淹没。那银发男子眼眸中有着惊恐、难以置信。可是随着“砰”的一声，他整个人炸裂，脸上满是青色鳞片的白卡罗冷哼一声，消失在决战空间。漂亮。 灰色长袍男子露出惊喜之色，兴奋喊道：“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诺兰山微笑道：“是很漂亮，你这弟子实在太厉害了。”灰色长袍男子脸色激动的通红，他的刀法技巧和风之领域已经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并且那刀速竟然越来越快，不断的上涨推进，越是往后，他的攻击力越强，最后直接将那名宇宙级九阶给压垮。对诺兰山点头摆，卡罗的优点。 就是他这套刀法随着施展的累积将会越来越强，不过他的缺点也很明显，在刀法刚刚施展的时候，他的刀法威力还不算太强，如果对手抓住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将他击杀。哈哈，别太苛刻，你这弟子用的是双刀，连绵不绝，且有是风之领域，身形飘逸灵活，想要在刚开始击杀他很难。而他刀法一旦施展开，对手就完了。灰色长袍男子笑道：“不错，非常不错。” 能过关吧？诺兰山看住他，没问题。回头我将这视频送给大人看，相信将白卡罗列为我们白虎楼的特等精英，应该没问题。灰色长袍男子笑道。诺兰山笑容更盛。片刻后，竟是只剩下诺兰山一人。砰砰砰,砰，敲门声音响起。进来吧！诺兰山大喊。门开，只见笼罩在黑袍中的白卡罗。 和双耳尖尖的男子德温都一道进来，足足老师德温白卡罗恭敬躬身，嗯。诺兰山抬头看了一眼面前二人，白卡罗黑袍下那张布满青色鳞片的脸，令整个人很是冷漠，但诺兰山却越看越喜欢。白卡罗，我刚刚已经向白虎楼推荐，将你定为特等精英来培养，谢谢老师。白卡罗略微躬身，嗯。诺兰山随即看向德温，德温，你和白卡罗现在应该快到地球了吧？ 祖祖，我们现在离地球很近了，预计三天后抵达地球。德温双眸中有着期待之色，这赶路就赶了两年八个月，他当然期待。很好，诺兰山有些激动。白卡罗，诺兰山看向白卡罗，老师，白卡罗很是尊敬他老师。记住，你们前往地球第一个目标是得到机械族飞船，所以你们先别惊动那地球上人马。 更别惊动那罗峰，先夺得机械族飞船为重。诺兰山表情很严肃，等得到机械族飞船，看机会，有机会就解决了那罗峰。是，白卡罗、德温都恭敬应道：“去吧，我等你们的好消息。”诺兰山笑道。白卡罗、德温立刻离开。当白卡罗和别人战斗刚结束的同时，同样的杀戮场决战空间破，罗峰遥看对手。 一道金色剑鱼划过一道美妙的弧线，令人沉浸在那种让人震撼的美丽中。金色剑鱼已经掠过对手的脑袋。疯子胜破，弥漫着金光的领域之下，金色的鱼儿无比的兴奋，它跳动着，蹦跳住，尾巴一甩，立即化作无比诡异的弧线，轻易的从那看似无比严密的防御下找到一丝缝隙，直接插入进入，刺入对手的眉心。疯子胜。 破破破！黑龙山岛屿的杀戮场，疯子的名气非常大。疯子，他是九颗星评价的超级强者。现在战斗每次都是越阶战斗。前段时间还是恒星级六阶精神念师，就已经横扫恒星级六阶。当他跨入恒星级七阶精神念师时，也在极短时间内迅速冲到九颗星评价，不断同阶内无敌。就算越阶战斗，也超过百分之九十九的胜率。 无比可怕，在黑龙山星域已经有不少势力注意到这个绝世天才，不管四大组织还是两大圣地，都向这个超级天才伸出橄榄枝。可是，这个叫疯子的天才却根本没理会他们。结束，不玩了。罗峰微微一笑，消失在决战空间。火星上，在太空船中盘膝静坐的罗峰睁开眼睛，在黑龙山岛屿的杀戮场。 还真的没多大挑战性啊！罗峰感慨一声，得意什么？你评级金角巨兽，拥有四重领域，而且对金之本源法则都有所感悟。你要知道，就是在巨斧斗舞场，像那场宇宙级生死战，其中一人感悟到一丝宇宙本源法则，就立即挨获胜。你感悟本源法则，又是四重领域境界，最要命的是，你的意识强度远远超过同阶对手，因为你的意识强度是金角巨兽的意识强度。 领域、本源法则、意识强度都无比强大，在黑龙山星域的同阶中无敌。奇怪吗？要比，就跟整个前无宇宙国中的天才比，跟整个宇宙中的天才比。巴巴塔最见不得罗峰得意，经常会来打击。罗峰咧嘴一笑，直接飞出了太空船，来到火星地表上。轰隆隆，远处一头无比庞大、一眼几乎看不到头的巨大的、布满黑色鳞甲的怪兽。 破土而出，他那双冰冷暴虐的暗金色眼眸看向罗峰，随即这星空巨兽凭空消失，进入罗峰的体内世界。本尊天地还真难修炼，幸亏我在界中界中获得惊人财富，这才购买得起那些无比珍贵的材料。难怪很多金角巨兽一辈子最多将本尊天地第一层练成而已。罗峰感慨的摇,摇摇头，而后迅速的飞向太空船。轰隆隆，太空船起飞，离开火星，回地球。 第三百八十章宇宙中崛起主人。地球亚洲大陆板块华夏国扬州城，罗峰收起太空船，而后直接朝下方的西湖别院降落。此时正是下午傍晚时分，红彤彤的太阳悬挂着西方边缘，映照在已经枯黄的草坪上。而草坪上却是搭建着一个超大的合金擂台，擂台上两名男孩都手持战刀，化作两道残影进行战斗。轰轰！ 空气炸裂，速度之快已经产生音爆。听，擂台旁，一名看似醇厚的光头厚嘴唇男子微笑道：“他的光头上还有注奇异的符文，有点类似于地球上佛教的一些奇怪怪的符号。”两名男孩停下来，光头厚嘴唇男子微微躬身，眼眸中有着发自心底的尊敬。主人，迪犯，麻烦你了。罗峰降落，战靴踩在擂台上。爸爸，爸爸。 罗海和罗平两个孩子都双眸发亮，欢喜的跑向罗峰。罗峰笑看着自己两个儿子，两年过去，自己这两个儿子也优秀的多了。因为有着足够的资本去给儿子以最优秀的培养，加上罗峰由陨墨星一脉金角巨兽传承记忆中一些秘法，令两个儿子受到最佳的培养。现在两个儿子论战力都算得上高战神水准，这种水准在地球上或许夸张，可放眼宇宙根本不算什么。六。 七岁的孩童，像血统好点的，就算不精心培养，这个年纪也跨入行星级了。最近这两个小子表现怎么样？罗峰笑看向旁边的光头厚嘴唇男子迪范，两位小主人挺努力，刀法基础也很扎实。迪范夸赞道：“爸爸，听到了吧？我们很努力的。”两个孩子连得意道。罗峰不由笑了：“你们先去玩，我和你们迪范叔叔有事情聊。”嗯。 两个孩子都重重点头，二人彼此相视，眼眸中都有着一丝兴奋之色。连飞奔向城堡，对他们而言，能够进入虚拟宇宙玩虚拟游戏，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了。那里面有很多和他们差不多大的小孩。狄范最近修炼的怎么样？罗峰笑着问。主人传我的秘法魂刀斩，的确是深不可测。最近刚刚有点成果，不过有很多迷惑的地方。狄范恭敬道：“你说。” 罗峰说：“请主人止住。”敌范恭敬道：“这魂刀斩第一层中，关于念力虚化聚合成刀。”敌范问，罗峰回答：“准确的说，其实是巴巴塔在回答，因为这魂刀斩秘法是与墨星一脉秘法中的极为强大的一种，是与墨星主人当年从某一遗迹中偶然得到，所以修炼起来并无特殊苛刻,刻要求，而魂印秘法就需要灵魂转换之后才可以。魂刀斩秘法的修炼经验。” 巴巴塔有记载，所以敌犯遇到困难，巴巴塔解答罗峰口述。这敌犯罗峰说完，见眼前的敌犯陷入沉思中，不由心中感叹：我能买到这个奴仆，还真是走大运了。是的，敌犯是罗峰购买的奴仆，而且是宇宙级九阶奴仆，在浩瀚宇宙中，靠生物晶片植入控制的方法，最多是控制宇宙级九阶奴仆，因为一旦突破到域主。 玉主完全能碎裂自己脑袋，毁掉晶片而不死，所以外面贩卖的奴仆最高等也就是宇宙级九阶。其中，宇宙级一阶奴仆的价格一般在一千万到三千万宇宙币之间，相当于数十颗生命星球价格；而宇宙级四阶奴仆价格就在一亿到三亿宇宙币之间了。宇宙级七阶奴仆价格则在十亿到三十亿宇宙币，宇宙级八阶奴仆在三十亿到一百亿宇宙币。 宇宙级九阶奴仆也是三十亿一百亿宇宙币，这宇宙八阶和九阶价格为什么差不多？就是因为购买宇宙级九阶奴仆是有风险的。虽然说宇宙级九阶要突破到狱主非常难非常难，几率非常小，可是还是有可能。说不定某天宇宙级九阶奴仆突破了，突破到狱主，不受生物晶片控制，恢复自由，很可能一怒之下。 将一直指挥他、控制他的主人给杀死。在宇宙当中，宇宙级九阶奴仆突破后，一怒之下疯狂屠戮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这就导致宇宙级九阶奴仆价格反而和宇宙级八阶奴仆相当。敌犯宇宙级九阶奴仆能够修炼到宇宙级九阶，可见其天赋之厉害。当初罗峰透过奴隶商直接买下敌犯，当初奴隶商还劝先生。 这宇宙级九阶奴隶可是具有危险性的，一旦他突破，可没谁能控制他。要不，先生还是购买宇宙级八阶奴隶吧，虽然只是低上一阶，可却非常安全。等住宇宙级八阶奴隶突破到九阶，你再将奴隶卖掉，一点都不亏。我就买它。罗峰当时没犹豫，在买下敌犯后，罗峰变化出金角巨兽身体，透过金角巨兽就对其施展了自己刚刚修炼成功的奴役魂印，并且命令敌犯不得反抗。 身为奴仆，敌犯自然不会反抗。就这么的，罗峰将奴役魂印种入敌犯灵魂深处，融入其灵魂中。从那一刻起，狄范就成为罗峰最忠诚的奴仆，是从灵魂本质上的忠诚。透过奴役魂印来控制人，对你的灵魂也是有影响的。你老师也仅仅控制着九大不朽奴仆，所以你得重视质量，别追求数量。巴巴塔提醒罗峰，明白。 罗峰修炼魂印秘法，仔细阅读过关于奴隶魂印的一些副作用等需要注意处，当然清楚。选择一个奴仆得无比慎重，因为这是透过灵魂去控制的奴仆，二者灵魂上有着联系，主人能完全控制奴仆，可奴仆也会影响到主人。狄范很早就是奴隶，身为奴隶，修炼外在条件极差，却能修炼到这一步，我也查过他的履历，他这人值得成为我的灵魂奴仆之一。狄范。 罗峰麾下第一位真正的奴仆，诺兰山家族的太空船随时可能抵达地球，所以罗峰这几天没有再进入营养舱，而是默默的在地球等待着。华夏时间二零六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太阳系边缘地带，一艘流线型的斧头状第三级太空船，宛如一道流星，正朝着太阳系飞来。飞船内部控制室中，穿住黑袍的白卡罗和穿住蓝色战袍的德温正并肩站在控制台前。 整个飞船进行外景模拟，令他们二人可以清晰看到远处美丽的太阳系，那颗耀眼的恒星周围，一颗颗环绕它进行永恒转动的行星，其中一颗遥远看很小很不起眼的蔚蓝色星球吸引了他们两人目光。地球，白卡罗声音冰冷。是的，地球，我们到了。德文脸上浮现笑容，转头看向白卡罗。白卡罗，你还记得老师的话吧？我们先别惊动地球人。 先悄悄去拿了机械族飞船。我知道，白卡罗冰冷说。德文心中不快，可表面上还是微笑点头。而这一刻，太阳系边缘地带，一些散乱的小行星中，正有着一些伪装成小行星的卫星。其实，在整个太阳系中，这样伪装的探测仪器有很多。可以说，整个太阳系早就无比的严密了。除非是机械族飞船那等技术，否则想要不被这些探测仪器发现，不可能。 一颗无规则的伪装小行星。嘟嘟嘟，讯号迅速将拍摄到的画面传送到地球的整个星球防御系统总指挥中心罗峰家的城堡。一道道信号，这艘第三级太空船完全被侦测的清清楚楚。地球，华夏时间晚上七点左右，天早就黑了。整个扬州城一片繁华，灯光璀璨。而作为扬州城中午数无数舞者。 的圣地罗峰的居所西湖别院中，却正是笑声一片。罗峰一家人正围在桌旁，正吃着晚餐。罗洪国、龚信兰夫妇，还有弟弟罗华夫妇和他们的孩子，还有罗峰自己和妻子、两个儿子，当然还有罗峰麾下第一奴仆狄范也是得以在座。狄范叔叔，我下午是真的修炼一个小时刀法的，对吧？小海连喊道。是的，狄范微笑住点头。妈，你听到了吧？小海眉毛一掀。 看住旁边的母亲，徐鑫。罗峰看住儿子可爱样子，情不自禁的脸上就布满笑容。忽然，手臂上的护臂发出声音，滴滴滴。嗯，罗峰面色微变，这是自己早就设定好的警示。星球防御系统一旦出现几个大问题，才会直接提醒自己。罗峰低头一看，护臂荧幕上出现了动态视频：一艘流线型的斧头状太空船正在太阳系边缘星空急速飞行，正飞向地球方向。 来了，罗峰眼中金芒一闪。爸妈，你们先吃饭，我还有事。罗峰笑着起身。你的事最多。罗洪国说。罗峰咧嘴笑了笑，同时拍了拍自己两个儿子脑袋，握了下自己妻子的手，低声道：“徐鑫，我出去一趟，估计明早才能回来，小心点。”徐鑫说：“家人们都清楚，罗峰有时候会有重要事情，有时候一闭关就是半个月，所以一般罗峰能和家人一起吃饭。” 已经算很难得少见了。对于罗峰突然出去，他们也早已经习惯。只是饭还没吃完，惹得老爸罗洪国说了几句。敌犯罗峰向敌犯示意了下眼神，敌犯也起身，二人迅速离开城堡。嗖嗖，两人冲天而起，直接飞向扬州城的上空。天空中突兀出现了一艘黑色的飞碟状太空船。罗峰、敌犯二人进入太空船后，立即换上合金战衣。 战靴等，轰！太空船加速，直接冲向大气层，迅速离开地球，前往太空。战斗要发生，就发生在太空宇宙级的战斗。对一颗行星而言，那是灾难性的。第三百八十一章：宇宙中崛起，太空激战。黑色飞碟太空船化为一道流光，迅速的冲破地球大气层，进入外太空。在太空船的控制室中，罗峰面无表情的站在那个控制台荧幕前。 在他的身后侧，则是站住他的奴仆强者敌犯。他们两人身上的合金战衣，在控制室的光线照耀下，反射出奇特有光泽。他们大概要多久到？罗峰对住控制台荧幕说。荧幕上出现的小恶魔头像，以那艘第三级太空船保持的速度，大概要八小时四十九分才能抵达地球。八小时四十九分，罗峰微笑道：“那我们就迎上去。”是，整艘太空船立即开始进入加速模式。 虽然太空船的加速度非常惊人，可是因为飞船内部的自动引力调节系统，使得太空船中的引力一直是保持着一个单位的地球地表引力。太空船朝太阳系外方向飞，而诺兰山家族的前一任族长德温和诺兰山最优秀的弟子白卡罗，他们乘坐的第三级太空船则是朝地球飞来，二者距离迅速缩小。第三级呈流线型的斧头形状的太空船控制室中，师兄。 你通知老师了？全身罩在黑袍下的白卡罗冷声道：“是的，祖祖知道我们抵达太阳系，非常开心。”德温那俊美的脸上浮现一丝笑容。祖祖还说他会一直保持在线，在那虚拟宇宙网络上等我们的好消息。嗯，白卡罗点头。滴滴滴，刺耳声响在控制室中响起，顿时令德温脸色微变。警告！警告！ 导航侦测系统发现一艘太空船正在朝我们飞来，正在朝我们飞来！响亮尖利的声音回荡在控制室中。什么？德温脸色大变。太空船，白卡罗也震惊了。宇宙太过浩瀚，以太空船那种体积，在太空中如果距离太过遥远的话，就跟尘埃一般。白卡罗和德温根本无法通过肉眼在千万公里外发现那艘直径百米的飞船。 在飞碟状太空船的控制室中，罗峰冷静的看住眼前的控制台屏幕，轨道炮启动。罗峰说：“明白。”屏幕上的恶魔巴巴塔连开始启动，顿时，整个太空船船体的正前方上侧，飞船表面有着一层能量罩，而在能量罩下，那合金构成的船体表面自动凹陷，露出一条银灰色、足有六米粗的狰狞的炮管。炮管缓缓朝前方伸出，直接伸出了船体能量光照之外。 度炮管管口产生细微变化，在管口深处隐隐有着一丝光，且周围空间隐隐扭曲似的。能量启动，倒数计时：六、十、五、十九、五十八、五十七、十九、八、七、三、二、一，启动完毕。声音从控制台中发出，回荡在控制室中。巴巴塔抓住机会，一举轰掉他。罗峰下令。 哈哈，交给我吧！荧幕上的小恶魔得意非常。轨道炮，这是罗峰为诺兰山家族人马准备的礼物之一。因为事先早早探测知晓，是一艘第三级太空船，所以这两年来，罗峰花费一笔庞大数字的财富，两千六百亿宇宙币，买了一尊第五级的轨道炮。第五级轨道炮，因为只要达到 C 级的科技武器，就属于限制级了，一般通路很难购买，而且科技类武器。 价格还会非常的夸张，虽然透过即将到来的拍卖会购买这种科技武器，价格可能低点，可罗峰等不及了，所以他透过很有背景的超级公司奇物斋，花费两千六百亿宇宙币，买了这么一尊第五级轨道炮。一个星系，像是银河系，卖价能达到两千六百亿宇宙币就不错了。由此可见，罗峰耗费金钱之多，这还是罗峰曾经在奇物斋进行过巨额消费。 这才令奇物斋愿意帮罗峰搞到这一尊第五级轨道炮。若非之前的巨额消费，这奇物斋根本不会帮罗峰弄这种限制级武器。这庞大消费，就是罗峰为修炼本尊天地购买的那些无比珍贵的材料。为了购买那些材料，耗费的钱可比购买第五级轨道炮多得多。许多金角巨兽到死，本尊天地仅仅修炼到第一层，可见修炼这本尊天地代价之高昂。金角巨兽。 通常都是借主巅峰，有三个分身，所以罗峰能够透过人类世界购买那些材料。这金角巨兽当然懂得弄出人类分身，然后在人类社会去购买金属。以其借主巅峰实力，财富何等惊人，可一般也就仅仅修炼成第一层。本尊天地修炼是让金角巨兽身体得以缩小，筋骨密度、肌肉密度等等急剧增加，令其实力得到飙升。一般越是幼兽。 修炼反而略容易一点，就跟人类小孩柔软度容易锻炼一个道理。越是强大的肉体，想要缩小难度越大。所以宇宙级的金角巨兽修炼起来，其实门槛要低一点。但就算这样，要完全修炼成第一层所需的大量珍贵材料，罗峰依旧还欠缺两种。这些材质真的很昂贵，无比稀少。罗峰在奇物斋为购买这些珍贵材料的巨额消费，消费太多了。 所以齐物斋当然无比重视这么一个超级大客户，所以才愿意帮忙弄到那么一尊第五级轨道炮。轨道炮发射控制室中回响起巴巴塔兴奋的吼声，星空中那艘第三级太空船已经发觉黑色飞碟太空船不断的逼近，是一艘 C 九级太空船。德文眉头微皱，能甩脱吗？主人，我们是飞向地球，它从地球方向飞来，不管我们怎么改变方向。 他们也能轻易的逼近我们，我们无法甩脱他们。控制室荧幕上传来智慧光脑的声音，而且我们要改变速度也是需要大量时间。一艘太空船虽然能够达到光速，可那是经过长时间不断加速才最终达到光速这个元宇宙中极限速度，而要侧向加速或减速等等是不可能瞬间加速太快，这就令对方很容易逼近。如果我们不去地球，就可以甩掉他。智能光脑说。 别管那艘太空船，白卡罗冷声道：“一艘 C 九级太空船，影响不到我们这艘飞船。”应该是那罗峰麾下的德文皱眉道：“现在恐怕他们已经知道我们到来了祖祖，足足是命令我们悄悄得到机械族飞船的。既然已经发现，就没必要隐藏了。”白卡罗冷漠道：“继续朝地球前进摆。”白卡罗、德文二人刚刚争执结束才几秒钟，轰！一道肉眼难以察觉的轨道炮冲击波。 在星空中留下一丝空间波纹，便以光速瞬间击中这艘第三级太空船。在毫无防备之下，在这光速的轨道炮下，这艘第三级太空船的导航侦测系统讯号传输也只是光速。第三级太空船在接受到探测讯号的同一瞬间，轨道炮轰击就轰在太空船上。噗！这艘流线型的巨型斧头外形的太空船，瞬间从侧部被撕裂出一个大的洞口，横穿整个太空船的腹部。 并且从另外一面侧下方穿透而出，这令人保持高速飞行的太空船瞬间整个断裂开来，大量合金残骸朝四面八方迸射开去，令太阳系的这片星空中多出许多宇宙垃圾。那包含控制室的一节太空船残骸中，迅速飞出两道人影，悬浮在太空中，正是德温和白卡罗。怎么可能？德温眼睛瞪得滚圆，都被炮击了，还有什么不可能？黑袍中的白卡罗怒喝道。 超过第三级的光速远程武器，这这绝对是限制级的。论价格，能媲美五阶念力兵器、原力兵器。就算是借主强者，一般也舍不得浪费金钱购买性价比不高的低级轨道炮。德文连摇头，一脸难以置信之色。地球上怎么会有借主都舍不得买的低级轨道炮？低级轨道炮对借主而言，虽然能买得起，可却很少买，因为借主随手一击。 威力即可超过低级轨道炮，而没借助实力买得起低级轨道炮的又极少极少，不可能的。德文脸上满是焦急之色，别烦这些了，没有太空船，我们要飞到地球都要大半年。白卡罗传音冷声道。轰隆隆，远处一道流光迅速迫近。德文，敌人来了！白卡罗连传音喝道。嗯。德文抬头看，只见一艘黑色飞碟状太空船。 迅速压迫而来。可是诡异的是，这艘太空船不断减速，最后就在距离他们仅仅数百公里的位置停了下来。同时，那艘飞船的舱门自动开启，一道人影从舱门中迅速飞出，朝他们急速飞来。数百公里，对方眨眼即到。这是一个穿着黑色战衣、光头、厚嘴唇、看似淳朴的男人。好快！德文大惊小怪。轰隆，一弯银色刀光破空袭来。 速度快到仅仅宇宙级六阶的德温来不及闪躲，眼睛惊恐的瞪得滚圆。扑哧，爆头！诺兰山家族第二代族长德温诺兰山陨落。银色刀光速度几乎不减，直接掠向黑袍人白卡罗。第三百八十二章：宇宙中崛起刀锋族。无声无息的，白卡罗身上的黑袍宛如流水，迅速的融入其体内，露出了白卡罗那彪悍到狰狞的身躯。他穿住一套青色合金战袍。 战衣呈鳞片结构，一层层鳞片叠加，而他脸上则是布满青色鳞片，连头上也没有一根头发，而是青色的头皮。其额头是一略带弧度，宛如弯刀的尖角，全身从头到脚全部都是青色。他的背后则是背着两柄交叉的战刀。四闪电般的横移产生迷梦幻影，同时手中战刀瞬间就劈在了那银色刀光上，直接将银色刀光给劈的速度锐减。 太空船控制室中，透过外景虚拟，让罗峰能清晰看到二人的交手。当白卡罗露出真面貌的时候，罗峰也被吓得一跳。刀锋族太空船控制台荧幕上，恶魔巴巴塔惊呼：“刀锋族！”罗峰惊讶道：“对，是刀锋族。这个人应该就是诺兰山麾下最强弟子白卡罗。”荧幕上，小恶魔蹦跳住说道：“虚拟宇宙网络上有很详细的刀锋族资料。”刀锋族。 是一个非常崇拜强者的民族，在最早先的时候，刀锋族星球是一土著星球。可就是这么一个土著星球，当宇宙文明国度发现他们的时候，却发现这颗土著星球上竟然有一位玉主，十二位宇宙级刀锋族族人，只要成年就能达到行星级。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星球，就是因为没有发展科技，他们没有太空船，所以刀锋族一直在他们的家乡星球，而随着融入宇宙。 刀锋族迅速崛起。刀锋族在没有融入宇宙之前，就有冒险历练传统。每一个成年族人都会在星球上闯荡，而踏入宇宙后，每个成年的族人都会进入宇宙闯荡，进行生死历练。刀锋族人几乎不求权势享受，他们各个追求强者之路，或是拜入超级强者门下，或是加入某势力去学习秘法。这令刀锋族中涌现出不少超级强者。 在刀锋族的历史上，不朽存在、界主都是有的，所以刀锋族在宇宙人类族群中也算很有名气的一个种族。巴巴塔详细介绍。哦，罗峰有些惊讶，成年级形星级，在人类族群中不算多么强的血统，可刀锋族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名气，就是性格。巴巴塔连道，因为他们那种坚毅、努力追求变得更强的信念，这种骨子里的信念，所以才诞生那么多强者。罗峰。 惊叹刀锋族的同时，那星空中，宇宙级九阶强者迪范正和白卡罗杀得无比疯狂。迪范站在星空中，遥控念力兵器，而白卡罗周围环绕阵阵青色狂风，令白卡罗的身影变得无比模糊。他的两柄战刀已经快到极致，融入到那狂风领域中，形成了连绵不绝的刀浪。嘶嘶，那弯弧光和一道道雪白刀光接连撞击，这令迪范的脸上露出一丝金色。 眼前这个刀锋族男子显然只是宇宙级八阶，可竟然靠着两柄战刀硬是挡住他的念力兵器攻击。百刀，白卡罗狰狞喝道：“轰隆！”大量雪白刀光重叠，形成了滔天的刀光巨浪，瞬间淹没敌犯。随着“砰”的一声，那刀光巨浪崩塌，敌犯也是脸色苍白。嗯，白卡罗露出一丝金色，竟然挡住他的绝招。这家伙，敌犯瞳孔一缩。 低喝一声，魂刀斩，无形念力瞬间化为一柄肉眼无法看刀的刀，迅速穿透进入那白卡罗的识海。噗！白卡罗双眸中眼神微微一暗，随即亮起，死死盯着敌犯，竟然挡住了！敌犯震惊无比，太空船中的罗峰也忍不住惊呼出声，竟然挡住了！罗峰眼睛一亮，这白卡罗才是真正的天才，宇宙级八阶能够靠两柄战刀。 硬抗宇宙级九阶的念力兵器，这本来就很了不起。不过对此，罗峰只是赞叹，没太多震惊，因为敌犯在念力兵器上本来就不擅长，他擅长的主要是灵魂攻击。更修炼魂刀斩秘法，虽然只是略有点苗头，可那威力已经很惊人了。宇宙级九阶精神念师施展魂刀斩，竟然被一个宇宙级八阶给挡住，惊人的意志！屏幕上，小恶魔兴奋喊道。 他的意志太惊人了，这白卡罗是宇宙级八阶武者，也是宇宙级八阶精神念师。可是敌犯的魂刀斩威力极大，同阶对手都很难抗下。可是他竟然能抗住意志，他有无比惊人的意志。小恶魔连道：“罗峰，快用奴役魂印将他给收下，这绝对是比敌犯还要优秀的奴仆。收下。”罗峰一怔，每一个奴仆必须无比慎重，我敢肯定。 他绝对是巨斧武者称号水准的，就算跟他老师比，同级同阶情况下，他老师诺兰山都不一定是他对手。恶魔巴巴，他吼道：“他的领域高，刀法强，这些都不算什么，可他意志无比惊人，说明他的决心非常强。他绝对有成为超级强者的潜质，只要你好好培养，罗峰，机会难得。巨斧武者称号水准，踏入狱主都有百分之五十几率，更何况他这么惊人的意志。” 加上我们与莫星一脉的秘法党踏入狱主，更加有把握。”巴巴他喊道，“而且你也缺少一个武者奴仆。”罗峰微微点头。迪范更擅长灵魂攻击，自己麾下是缺一个武者奴仆。星空中，你的精神攻击很强。白卡罗双眸幽冷，咬牙喝道：“可是最终赢的会是我！”轰！伴随着一道狂风，白卡罗身形飘忽的划过一道弧线。 身体周围环绕着青色狂风，而后两柄战刀近乎疯狂的直接劈向敌犯。战刀中蕴含的原力、力量、意志，已达到一种无比高的完美契合程度。刀轮回，白卡罗双眸中有的尽是疯狂。两柄战刀化作两道雪白刀光，刀光疯狂的朝敌犯倾泻过去。一道道雪白刀光不断累积，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光轮。巨大的光轮滚动住，一次次压向敌犯。 突念力兵器崩飞，敌犯吐出一口血，双眸中掠过一丝怜悯，施展出了他主人罗峰为他准备的最强绝招。砰！一道深蓝色流光瞬间撞碎那巨大的光轮，直接令那有大量刀光组成的光轮崩溃。这也令深蓝色流光略微反弹。这是好似残缺的刀刃碎片，赤混铜母残片。这枚锋利的残片划过一道弧线，掠向白卡罗，饶他一命。一道声音在敌犯视海中响起。 魂印植入灵魂，是令罗峰、敌犯彼此灵魂有所联系，可以直接意识交流，就犹如智能光脑和人类交流，也好比魔云藤可以和罗峰意识交流。噗，深蓝色流光飘逸划过一道弧线，瞬间切割白卡罗的一双手，手段，战刀落。星空中一片寂静，远处的飞船残骸飘落，那宇宙级强者德文的尸体还在远处星空中漂浮，可是白卡罗却是愣愣站在星空中。 毁掉他的智慧光脑，罗峰命令道。呼，深蓝色刀光直接劈在白卡罗的护臂上，直接轰碎那智能光脑。而白卡罗却是盯着远处的敌犯，低沉传音道：“你为什么不杀我？是我主人命令我的。”敌犯看住他，主人。白卡罗眉头微皱。远处的飞碟太空船舱门开启，一道人影迅速破空飞来，正是穿着魔云战甲的罗峰。罗峰，白卡罗瞳孔一缩。 白卡罗，你输了。罗峰看住眼前的白卡罗，白卡罗虽然的断腕处血肉纠缠，正在缓缓生长，他本人却是死死盯着罗峰。显然，白卡罗是意识到这次他输了，输得很惨。没想到你竟然有宇宙级九阶的仆人，我的老师也没想到，甚至于你还有低级的远程光速武器。我输的不冤。白卡罗冷笑一声，罗峰，要杀就杀吧，你这仆人在我根本没有反抗之力，在这星空之中。 我想逃都逃不掉，茫茫星空，他没飞船怎么逃？我很看好你，罗峰看住白卡罗。我现在给你两条路，一个是臣服我，一个是死亡。臣服或死，你选吧。罗峰看住他，臣服。哈哈，白卡罗大笑起来。罗峰，你在说笑话吗？就你一个恒星级的小家伙，竟然想让我臣服于你？如果是那个光头，他让我臣服。 我还会考虑考虑，因为他实在是强，最后一招轻易击败了我。可是，你恒星级的小家伙，想要让我臣服？白卡罗摇摇,摇头，想清楚再回答。罗峰声音愈加冰冷，一旦你拒绝，那就是死亡。你死了，一切成空，你的追求，你的强者梦，一切都没了。最后问你一次，罗峰声音冰寒：死亡还是臣服？ 罗峰盯着白卡罗，第三百八十三章宇宙中崛起。罗峰的强大，星空浩瀚无边际，三道人影就这么站在星空中。罗峰，你真的要杀他？巴巴塔声音响起，他绝对有成为超级强者的潜能。哼，他有骨气，我佩服，可我还不至于舔住脸去哄他。他来杀我，本来我就该杀死他。罗峰表情冷漠，我欣赏他，就给他臣服机会。可如果他不识相。 大不了将他给杀了，超级强者前置，别说有钱性，就是超级强者，如界主，如不朽，浩瀚宇宙中都有很多。罗峰看住白卡罗，等待白卡罗的答复。白卡罗站在太空中，眉头紧锁。一旦你拒绝，那就是死亡。你死了，一切成空，你的追求，你的强者梦，一切都没了。罗峰的话在白卡罗脑海中回荡。 令白卡罗不由自主就回忆起这些年来奋斗的岁月，那颗美丽的星球，他的家乡，那条宽广奔腾的河流，在他梦中不知道出现过多少次。爷爷，我走了。当我回来那天，就是我名列圣殿的那天。我会让我们铁石山一脉为我骄傲的。那个昏暗的傍晚，年轻的白卡罗告别他的爷爷，踏上了远行的路，离开家乡，进入宇宙，在一个个星系中流浪。 他的实力不断提升，而曾经看过诺兰山在巨斧斗舞场中的战斗视频，令他慕名拜入诺兰山门下。诺兰山是绝对的实战派，从一开始门下弟子就要生死战斗。白卡罗非常刻苦拼命，很快成为众多弟子中最优秀的，突破到宇宙级，拥有领域，自创刀法，一路提升，甚至后来他的老师诺兰山也无法知道他，他的战斗经验、技巧等。 已经丝毫不下于他的老师，成为诺兰山家族中地位仅次于诺兰山的存在。他却从来不去享受，他一直照着黑袍，全身心研究他的刀法，研究领域圣殿。我刀锋族的圣殿，白卡罗心中低吼：我白卡罗一定要名列我们刀锋族圣殿！我要让我们铁石山一脉因为我而骄傲！我会成为刀锋族铁石山一脉的传奇！刀锋族圣殿，所有刀锋族男儿。 最梦想的地方，名字永久刻录在圣殿，这是他们最大的骄傲。然而，想要刻录在圣殿非常艰难。随着刀锋族强者的一一涌现，这名列圣殿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原住民星球时代，宇宙级即可名列圣殿；刀锋族踏入宇宙后，很快提高到御主才有资格名列圣殿；而在数亿年前，就提高为界主才有资格名列圣殿。整个刀锋族。 也是要过很久才会有一个名字阿克上去，这是刀锋族人最荣耀的时刻，名列圣殿会被称为刀锋族的传奇，名列圣殿成为传奇。白卡罗抬头看住眼前深红色的战袍青年，考虑好了吗？罗峰看住白卡罗，目光清冷，沉浮，还是死亡？呼！白卡罗单膝跪下，膝盖跪在虚空中，低头，刀锋族白卡罗。 拜见大人！大人，罗峰眉毛一掀，等大人你的实力超过我，我会甘愿称呼大人为主人。”白卡罗恭敬道。而现在，我愿为大人麾下一士兵、一保镖。士兵、保镖。罗峰饶有兴趣笑看着白卡罗：“你现在就可以称呼我为主人了。”白卡罗眉头微皱。哈哈！罗峰在宇宙中大笑。轰隆！罗峰消失，同时一起伏。 好似山脉的巨大怪兽出现在星空中，它的鳞片比普通人的饭桌还大，鳞片边缘更是锋利如刀，整个怪兽的身躯长度更是达到惊人的六公里多，四个蹄爪足有两三公里高，就庞佛传说中的天柱一般。那一条长长的尾巴在星空中微微甩动，巨大的头颅好像一座山，那一双暗金色眸子俯视着小不点白卡罗。金金，白卡罗瞪大眼睛。 金角巨兽，对，是我。恢宏的声音在强大元力灌输下，直接击穿虚空，宛如波浪一般传递开去，回荡在白卡罗耳边。轰！金角巨兽消失，罗峰出现，似笑非笑的看住白卡罗。轰！罗峰消失，无比庞大的金角巨兽出现在星空中。你明白了吗？金角巨兽声音如雷，双眸射出两道光柱。 照耀白卡罗虚空中，按理说无法传播声音，可是那无比强大的元力就是传播介质。评级金角巨兽那浮散的强横的元力，声音在周围星空回荡。你你是白卡罗，震惊无比。原来罗峰是金角巨兽，准确的说，金角巨兽是罗峰。金角巨兽消失，罗峰站在星空中看住白卡罗。之前罗峰就命令敌犯毁掉白卡罗的智能光脑。 就是为了这次现身，金角巨兽的保密非常重要，自然不能大意。至于让金角巨兽现身，就是为了施展奴役魂印。既然是这样，这白卡罗震惊无比，随即看住罗峰，你会比我强的。我承认，可现在那金角巨兽应该比我弱吧？比你弱？罗峰笑了，白卡罗，连我也不是主人的对手你，你只有被虐待的份。旁边的敌犯嗤笑着念力传音。 什么？白卡罗连摇头，不可能，你试试看就知道了。罗峰咧嘴一笑，轰隆，罗峰消失，星空中再度出现那金角巨兽。现如今的金角巨兽的确达到了宇宙级六阶。两年前的十二月份，金角巨兽突破到宇宙级，而现在是十月底，已经过了整整二十个月。这二十个月内，因为拥有巨额财富，所以罗峰当然是购买无比珍贵的金属。 使用最佳组合让体内世界吸收成长，不过宇宙级的最佳组合进化效率只是提高到五十六倍。五十六倍，二十个月相当于正常进化九三年多。金角巨兽在恒星级的时候，一阶到三阶要一年半，四阶到六阶每个突破要两年，共约六年；七阶到九阶每个突破要十二年，要三十六年。而九阶突破到宇宙级。 需要超过五十年，整个恒星级阶段大概持续近百年，而宇宙级阶段则是持续近千年。一阶到三阶需约十五年，四阶到六阶每次突破要二十年，总共要六十年。七阶到八阶每个突破要一百二十年，总共三百六十年。最后从宇宙级九阶突破到玉主需要超过五百年，这就是进化速度。而罗峰评级最佳组合。 相当于正常进化九三年，令现如今金角巨兽已经成长到宇宙级六阶阶段。身为天赋无比逆天的金角巨兽，在恒星级七阶时，就有独立杀死恒星级九阶人类武者的能力了。星空中，宛如一座黑色山脉的金角巨兽，猛地一挥蹄爪，蹄爪上的一根根利爪，就彷佛一柄柄巨型战刀，直接劈向白卡罗。呵，白卡罗低吼一声，周围青色气流舞动，随着他的原力灌注。 两柄战刀都化为两道足有数十米长的雪白刀浪，直接硬抗金角巨兽这一踩踏。轰！气浪炸裂，强烈的冲击化为惊人的冲击波，朝四面八方波及，将那远处的德文尸体都震得抛飞起来。太空船残骸很多都被震得乱飞。你是不错。金角巨兽声音轰隆，宛如神灵。轰隆！金角巨兽的三根尖角发出刺眼光芒。 随即，金色流光迅速沿住那些奇异的金色密纹开始流到金角巨兽全身，它的鳞甲、翅膀、蹄爪、尖角、尾巴都发生着细微变化，连鳞甲似乎都更加密集了一些，蹄爪刀锋更加锋利，三大天赋之一强化，金角巨兽实力瞬间飙升，轰轰轰！只见四个宛如天柱的蹄爪一次次踩踏下来，在强化状态下，那无比强横的冲击力。 令白卡罗根本无法正面抵挡。呜、哦！金角巨兽发出兴奋的一声低吼，嗡嗡声。金角巨兽全身出现奇异的波动，无比诡异的是，它全身正在迅速的缩小，全身每一片鳞甲都在缩小，在缩小的同时，鳞甲本质上似乎发生了奇异的变化，它的骨骼也迅速缩小，原本足足有五六公里长的脊椎缩短缩细到两三公里长，密度的急剧增加。 令脊椎骨发生了奇异的变化，头部那三根尖角也在缩小，密度更大。是的，整个金角巨兽从身体长度六公里多，直接变得只剩下三公里多。本尊天地第一层初步，第一层完全练成，身体长度会缩小整整三倍，实力会提高三倍。而现在金角巨兽评级罗峰消耗了巨额财富买了那些珍贵材料修炼，现如今已经能缩小两倍，实力提高两倍。 强化提高两倍，本尊天地再提高两倍，轰！提爪踩踏，白卡罗直接吐血抛飞。咻！快如闪电的尾巴挥抽过去，速度快到白卡罗根本来不及闪躲，直接被劈的双刀抛飞，手臂都直接炸裂开来，鲜血四溅。幸亏金角巨兽控制住，没攻击其要害，否则可以轻易杀死白卡罗。金角巨兽消失，罗峰出现在星空中。 敌犯罗峰看向悬浮在太空中重伤的都无法反抗的白卡罗，去将他送到营养舱修复。使敌犯憨厚的脸上露出一丝奇异笑容，他可是被主人当做切磋对手虐过好多次，现在总算有个同伴来被虐了。强化天赋，本尊天地同时施展。敌犯和白卡罗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罗峰摇头一笑，而且我还没施展蕴含精致本源法则的攻击。 吃了睡，睡了吃，自然成长的金角巨兽就敢号称同阶内无敌。放眼浩瀚宇宙，都很难很难找到一个能够匹敌的。若是有人能匹敌，那绝对算是整个宇宙人类族群中，纵横诸多宇宙国中真正的超级天才。而罗峰这头金角巨兽，又拼命花费无数金钱去练本尊天地，又拼命去感悟宇宙本源，不刻苦则以，刻苦玩命。想要赢金角巨兽，真的很难很难。 太空船中，主人被丢进营养舱的白卡罗心服口服的喊道：“好了，赶紧治疗好伤势。”罗峰随意道：“等治疗完毕后，自己还要施展奴役魂印呢。”第三百八十四章宇宙中崛起机械族飞船。德文和白卡罗怎么这么久都没一点回应？虚拟宇宙黑龙山岛屿上，其中一座豪奢庄园的会客室中，紧披着长袍的诺兰山眉头紧锁。 泛住红光的双眸盯着眼前的屏幕，立马闪烁。给我再次联系他们两个。是主人，诺兰山肩膀上的拳头大的虚拟助手脆声喊道。嘟嘟嘟不，不对劲，不对劲！我联络他们，他们不敢这么久不接我通话邀请。诺兰山眼眸中有着惊恐，难道不可能？一百卡罗的实力，他们二人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诺兰山连摇头，绝对不会。一直待在虚拟宇宙中。 时刻在等待德温白卡罗消息的诺兰山已经隐隐察觉到有问题了。可是他对他最优秀的弟子白卡罗实在太有信心了，对付地球这种简单的事绝对不会出问题的。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五分钟、十分钟、半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诺兰山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如果说刚开始还抱有希望，可超过两个小时，两个弟子都没一点反应，就完全说明了。 啊！诺兰山喉咙深处发出一声愤怒的嘶吼，猛地一挥手，将面前桌上的酒杯等器具直接砸飞。那些酒杯器具朝四周飞去，或是砸在墙上，或是砸在一些装饰壁画上，或是砸在椅子上，一片砰砰啪啪的爆炸声。罗峰，诺兰山双眸阴冷，咬牙切齿，从齿缝中挤出这两个字：“你够狠！既然能弄到宇宙级九阶，乃至御主级帮手。”诺兰山双眸幽冷。 双拳紧握，手指甲都刺入掌心。这次败得够惨，一是失去了麾下重要帮手德温和白卡罗，二是他清楚对方能够轻易解决白卡罗，那么他诺兰山根本没希望得到地球上的宝藏。能够解决白卡罗，对方的高手最起码是宇宙级九阶，而宇宙级九阶完全能够弄走那一艘机械族飞船了。诺兰山愈加恼怒，我就算耗费近三年时间。 抵达地球恐怕也只是白忙活一场，更何况地球上有着那玩意。太阳系，火星地表。当诺兰山为白卡罗的死恨得咬牙切齿时，不要反抗。灰红轰隆隆的声音在这片沙漠上回荡。金角巨兽那庞大的身体盘踞在沙漠上，高空中那宛如一座山峰的头颅低头俯瞰着眼前的小点头。白卡罗是白卡罗恭敬站在那里。 金角巨兽开始施展与墨星一脉的魂印秘法，渐渐的，一滴好似水滴的晶莹液体从金角巨兽的左眼中飞出，开始朝下方迅速下降。这晶莹的水滴，若是仔细看，可以发现水滴中有着复杂的一个个印记，在水滴中沉浮幻灭。噗！水滴碰触在白卡罗的眉心部位，顿时融入其中，进入白卡罗的石海深处。石海中，这是一片浩瀚的微型星系。 是白卡罗灵魂实质化的呈现。这微型星系本身在不断旋转运动中，而星系的八条旋臂也随之旋转。一滴水滴突兀出现，而后直接落入这片星系中，顿时一道晶莹的流光迅速传递，开始进行渗透，一切自然而然发生。持续了大概半小时左右，站在沙漠上的白卡罗睁开了眼睛，他看向眼前巨大的金角巨兽的眼神中有了一丝发自灵魂的尊崇。主人，白卡罗躬身道。 金角巨兽那暗金色双眸也有着一丝暗淡，施展奴役魂印，就好像在灵魂切割了一小块，伤害挺大。轰！金角巨兽消失，罗峰出现，奴役魂印的确神奇。罗峰看住眼前的刀锋族战士白卡罗，清晰感觉到对方灵魂中对自己的恭敬崇拜，就彷佛面对自己的王。老师能够创造出这奴役魂印，了不起。迪范白卡罗，走回地球。罗峰说。 是主人，迪范、白卡罗同时恭敬。黑色飞碟状太空船正从火星飞往地球，在太空船的控制室中，罗峰和麾下两大奴仆正交谈着。主人，那太空船残骸的智慧光脑全部带来了，白卡罗恭敬道：“绝对不会泄露金角巨兽变身的场景。”问罗峰点点头：“小心驶得万年船，金角巨兽的秘密的确是不能暴露。”白卡罗。 那诺兰山有什么底牌？知道地球什么讯息？罗峰问。底牌，白卡罗微微摇头。这诺兰山并没什么底牌，整个家族都算是根基浅薄。若非诺兰山本人镇住，诺兰山家族根本没这么大的声势。这次他派遣我和德文来，一是想要弄走机械族飞船，二是想要顺便击杀主人你。这个混蛋竟然想杀主人！该死！白卡罗话语中充满对。 诺兰山的杀意，灵魂奴仆是从灵魂深处尊崇主人，主人就是他们生命最重要的。所以诺兰山要杀罗峰。现在的白卡罗当然心底自发的涌出一股愤恨。哈哈，那诺兰山是个跳梁小丑。罗峰笑道：“对了，你刚才说机械族飞船？”罗峰眼睛亮起。这两年时间，自己几乎完全沉浸在感悟宇宙本源法则的状态。其实这种感悟宇宙本源一点不辛苦。 反而有一种小时候在母亲怀抱的感觉，灵魂上都觉得舒服。两年的沉浸苦修，令罗峰都快忘记了地球上百慕达区域还有那么一艘机械族太空船。是的，纳诺兰山对机械族飞船一直念念不忘。那艘机械族飞船绝对比他整个家族资产都要多得多。白卡罗恭敬道：“哈哈！”罗峰笑了。巴巴塔，罗峰喊道：“太空船暂时不回家，回地球后去百慕达区域。” 我们也该弄那机械族飞船了，明白？小恶魔兴奋喊道。太空船冲入地球大气层，直接飞向百慕达海域，而后太空船凭空消失。罗峰等三人则是化作三道流光，飞入海域深处。幽冷的海水深处，隐约约有一巨大的白影。嗯，罗峰飞的靠近过去，巨大无比的银白色金字塔悬浮在这海水中，整个金字塔高度达到惊人的一千两百米。 比地球上任何一摩天大厦都要高得多，整个银白色金字塔悬浮在那，令周围的磁场都完全扭曲。罗峰都清晰感觉到，机械族太空船敌犯双眸放光。我是第一次在现实中看到机械族宇宙飞船，白卡罗也惊叹道：“机械族的科技实在太发达了，从外表根本无法判定这艘飞船到底是什么级别。宇宙人类科技和机械族一比，的确差很远。人类建造的太空船。” 可以清楚判定是哪一个级别，甚至扫描都能判定是什么合金。可是机械族的合金，人类是根本无法从外表探测出来准确等级。不过，按照诺兰山跟我说的，这艘机械族飞船至少是 D 级。白卡罗遥指着巨型金字塔下方那开启着的三角形通道，那通道的防御就达到 C 级，这样的太空船最低也是 D 级，所以它的价格会非常昂贵，很多玉主都买不起。 迪范吃惊看向白卡罗，这么贵？你不看看他的体积？这还是第一级，如果是一级，那就太吓人了，绝对比之前闹得整个黑龙山星域天翻地覆的界中界宝藏还要惊人。白卡罗摇头道：“不过是一级的几率太低，他是一级。”罗峰说：“主人，迪范，白卡罗都震惊看向罗峰。”迪范忍不住道：“主人，这机械族飞船从外表是根本无法判定级别的，它是一级。” 我很确定。罗峰看住眼前的巨型金字塔，随即看向敌犯二人：“你们俩穿的战衣是什么级别？”“主人，我内穿三阶原力战衣，外穿第三级合金战衣。”敌犯恭敬道。“我里面是三阶原力战衣，外面是第五合金战衣。”白卡罗恭敬道。罗峰微微点头：“原力战衣是类似于当年的黑神套装这种玩意，是可以随心所欲布满全身的。” 不过，原力战衣防御程度和原力级别有关，原力越强，原力战衣防御越强。这原力战衣的价格非常的高，和念力兵器之类的相当。合金战衣外表是合金等，技术含量很低，就好像顶着一个大盔甲，价格便宜。缺点是合金战衣会有很多漏洞，不可能将全身百分百保护好。白卡罗，那就你进机械族飞船吧。罗峰下令，这是智慧晶片，进入控制室后。 你将智慧晶片插入其中即可。是，主人白卡罗恭敬从罗峰手中接过晶片，然后转头直接飞向那通道。吃吃，那机械族飞船的通道中立即射出三色光线，可是白卡罗速度几乎不减，直接冲入其中。机械族飞船，罗峰看住眼前这艘金字塔飞船，心中感慨：这艘飞船的主人可是那位机械族不朽强者啊！ 第三百八十五章，宇宙中崛起猛了，机械族不朽，罗峰感到一阵压力。不朽这两个字代表住绝对的高高在上，一个不朽存在足以颠覆整个黑龙山星域。不朽存在一拳即可毁掉一颗星球，肉身达到光速，穿越宇宙，在元宇宙、暗宇宙中来回闯荡，对他们犹如吃饭般容易。巴巴塔，我们现在想将不朽存在的飞船弄到手，会不会遇到困难？ 罗峰心中问道：“不朽存在应该不会轻易让人夺走他的飞船吧这？”这是当然，就好像雨墨星号，如果我控制着强行关上闸门，就算借主都无法闯进雨墨星号。”巴巴塔说道。“至于这艘机械族飞船，就要看你的人品运气了，因为机械族不朽和其他种族不朽是有区别的。”区别？罗峰一怔。对，罗峰，我问你，一般用来控制飞船的？ 是什么？巴巴塔问。智慧光脑罗峰笑道：“对，智慧光脑，你老是用我来控制与墨星号。可是机械族人每一个族人都是智慧生命，比任何一个智慧光脑都先进的多。至于机械族人中最伟大的机械族不朽，那可是比我还要强的智能生命。”巴巴塔道：“你说他乘坐飞船需要专门弄一个智能光脑吗？你的意思是？”罗峰眼睛一亮，机械族不朽存在。 乘坐飞船只需要使用他亿万分之一的操作能力，就能轻易完美控制一艘太空船。巴巴塔说道：“所以机械族不朽，根本不需要专门弄一个智能来操控飞船，他们自己就能很轻松的操控飞船。可他死了，所以就没人控制这艘机械族飞船了。现在就看你的运气。如果这艘机械族飞船从舱门通往控制室有一道关卡是关闭的，比如控制室的大门是关闭的。” 且很难打开，那就麻烦大了。如果一路畅通无阻，那就走运了。”巴巴塔说道。罗峰不由屏息。罗峰，敌犯这一主一仆站在海水当中，默默看住眼前这高大的金字塔飞船，默默等待着。持续了大概五分钟，主人成功了。一道意念传来：“太好了！”罗峰眼睛一亮：“我的附属智慧开始侵入飞船的控制程序了。”“嗯，侵入成功。” 切断舱门能源供应，成功！巴巴塔欢呼道：“罗峰，走，可以进入飞船内部了，不用担心那通道会有攻击了，我已经切断那能源供应。”敌犯，走！罗峰一声令下，当先飞向金字塔飞船入口通道。入口通道处于整个金字塔飞船的靠下方位置，通道足有数十米宽广，体表是合金战衣，皮肤表面则是魔云战衣。 将全身保护的无比严实，罗峰心意一动，一根藤蔓伸入那通道，果然安全了。罗峰直接飞入通道内，敌犯跟在一旁。好奇特的布局！罗峰进入太空船中，惊讶的发现整个金字塔飞船的布局，不同于人类族群中那些太空船正常布局。整个金字塔飞船内有一条主要的通道，整个通道是呈环形，不断环绕着往上，似环山公路似的环绕的通道。 脚有三十公尺宽，环绕着金字塔太空船的中央，不断向上。金字塔飞船大概在距离底部八百公尺的高度中央，就是控制室的位置。控制室呈圆形，地面晶莹美丽。整个控制室竟然没有操控台，只是控制室中央上方悬浮着巨大的水晶球。主人白卡罗看向罗峰，做的不错。罗峰笑道：“巴巴塔，看看这艘太空船！”罗峰大喊：“是！” 能量护照完好，靠！能量护照等级竟然这么高，就算不计算整个飞船本身船身的防御，单单能量护照就能抵挡一九级的攻击。也就是说，如果没到不朽，根本破不开这一层能量护照啊！巴巴塔声音回荡在圆形控制室中，罗峰、迪范、白卡罗都吓住了。单单能量护照就这么变态？这这谁的太空船？这飞船原主人是谁？白卡罗忍不住道。 太太变态了！宇宙中卖的一、e、九级太空船也没这么离谱。它的主人是位不朽，罗峰道机械族不朽，白卡罗迪范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不朽，还机械族不朽，任何一个不朽都尊贵无比，而机械族则代表了无比先进的科技。机械族不朽乘坐的飞船将会何等变态！攻击武器完好，靠，真变态！ 这艘机械族飞船上的科技武器，简直比你老师的那艘飞船还变态！不愧是以科技闻名的机械族飞船，机械族不朽乘坐的飞船，实在是太太奢侈了，太疯狂了！竟然有三尊歼心主炮，九尊一三级镭射炮。罗峰发猛，歼心炮，传说中的科技武器，歼心炮，顾名思义，一炮就能毁掉一颗星球，论威力。 简直可以和不朽存在相提并论。当然，坚星炮也有其缺陷，一是辐散范围广，无法像不朽强者将攻击凝结一点二式，消耗能量无比惊人。不过，就算有缺点，也挡不住宇宙人类族群对这传说中的武器的向往。动力系统完好，罗峰，你赚了！这机械族飞船的动力系统太变态了，难怪整个飞船的设计，廊道是呈环绕结构。原来，整个机械族飞船的中央核心。 几乎全部是动力系统部分，高一千两百公尺的飞船，竟然超过三分之二都是动力系统舱室，变态！这艘飞船的瞬间加速、躲避、各种机动性，绝对不比你老师的陨墨星号差，我晕！按照这艘机械族飞船中的资料，飞船本身使用合金，达到一级巅峰，具有自我修复效果，加上能量护罩叠加，绝对属于一级最最巅峰的飞船了。 加上它的机动性非常惊人，更令它无比昂贵。这还是不计算歼星炮等价格，就比那界中介整个宝藏全部加起来都要昂贵。巴巴塔说：“昂贵。”原型控制室中的罗峰反而没像刚开始那般激动，而是一脸疑惑。虽然它珍贵，可是再珍贵也只是一级太空船，而陨墨星号却是 F 九级。一般预主使用低级飞船，借主使用一、e、级这不朽存在。 应该使用 F 级吧？这一艘飞船毕竟只是一级最巅峰，没那么夸张吧？错，错的离谱！巴巴塔喊起来：“主人，不是这样的。”白卡罗也说。罗峰疑惑，旁边的迪范也疑惑。罗峰出去以后千万别说是与莫辛一脉的传人，简直是丢你老师的脸啊！竟然说出这么傻的话。那迪范过去是奴隶，傻乎乎的就算了，平常让你多看书，多知道一些宇宙中的常识。 可是你嫌那些资料太多，巴巴塔开始批评我错在哪里。罗峰打断巴巴塔的话：“首先，人类的太空船之所以价格不算太昂贵，就是因为合金的缘故。纯金属飞船被视为奢侈品，合金飞船才是王道，这你知道吧？”巴巴塔说：“我明白，合金便宜吧，性价比高。”罗峰点头。同样达到 C 五级，合金比纯金属便宜百倍。可是。 整个宇宙中最强的合金，也就是一九级。不管是人类族群，还是更先进的机械族，制造出的最先进合金就是一九级。所以，想要制造一艘 F 级的太空船，所使用的材料只能是纯天然的金属，如你老师用的赤混铜母，因为根本没有 F 级合金。F 级的纯金属极为稀少，如赤混铜母，有时候一个赤混铜矿脉挖掘下来。 是混同母，可能仅仅八丈大一块，就一两吨一个矿脉才找到八丈大一块，想要凑到八百米直径的太空船体积，这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就是将整个黑龙山星域卖掉都不够零头，所以就算是不朽存在，绝大多数不朽也根本弄不起。不朽强者大多数用的都是一级巅峰飞船。巴巴塔说道：“不朽存在用的一级巅峰飞船和借主用的区别是体积更大。” 好建造足够大的动力舱，令机动性更强。百米长和千米长，体积相差千倍，价格也相差千倍。这就是不朽强者使用的一级飞船和借主使用的区别。你老师是不朽中的超级强者，所以才玩得起雨墨星号。就算这样，也是耗费了大量资产、无数宝物才弄到那么一艘飞船。巴巴塔说道。而这位机械族不朽使用的这艘飞船。 比很多人类族群中的不朽强者使用的飞船还要先进，主要是在机动性上更夸张。我给你估价，普通界主用的一级飞船，大概在一万亿宇宙币左右，相当于一混元单位；而不朽存在用的一级巅峰飞船，一般能达到数百万亿宇宙币，相当于数百混元单位。这么一艘一级巅峰、高一千两百公尺的机械族飞船，却是达到一两千混元单位。 而你之前在界中介得到的宝藏加起来才十一个混元单位，所以说界中介整个宝藏都不如这机械族不朽的飞船。第三百八十六章宇宙中崛起拍卖会来了，准确的数字对比最清晰表明这艘机械族飞船的珍贵。之前巴巴塔曾经估算过，整个界中介宝藏全部相加，大概在两百混元单位左右，相当于贫穷的不朽。而这一艘机械族飞船就价值一两千混元单位。 天，白卡罗眼睛瞪得滚圆。他的梦想是名流刀锋族圣殿，成为借主强者即可名流圣殿。就算借主也买不起这样的飞船啊！这这得买多少宇宙级奴隶啊！迪凡那大嘴巴傻乎乎张开住，誓言。两位宇宙级强者都失态了。这样的昂贵的机械族飞船，足以令不朽心动，足以令借主们为之疯狂，更别说玉主宇宙级了。单单那飞船上的尖星炮。 就足以令宇宙中等文明国度眼热心动，这绝对属于战略级用来威慑的大杀器。罗峰，这艘机械族飞船，你别可别暴露。巴巴塔说道：“就跟你手上的陨墨星号一样，这艘机械族飞船也属于不可暴露的宝物之一。当然，这艘机械族飞船从外表是判断不出其真实价值，大多数人会以为这是地级机械族飞船。可是你一个恒星级。” 用一艘低级机械族飞船也会惹人眼红，所以这艘飞船对你最大的用处一保命，在生死时刻躲进这艘飞船，就是借助巅峰强者都破不开这艘飞船，你可以乘坐它逃命。二杀敌，你可以通过三尊歼心炮、九尊一三级镭射炮进行杀敌，特别是机械族飞船的灵活性，迅速靠近敌人，而后近距离靠着九尊镭射炮联手进攻，狱主都是必死无疑。 三卖钱，你可以直接将整艘飞船卖掉。其中第一项和第二项都有缺点，就是一旦使用的话，就会让人知道你拥有这一级机械族飞船，这容易吸引借主乃至不朽。所以不使用则已，一旦使用，必须将对方全部杀死，一个不留。想要卖钱是可以卖，透过你老师五星级账户的服务可以卖掉。不过一旦卖掉，你想再买回来难。 难难，因为蕴含歼星炮的机械族顶尖飞船，完全可以进入中等拍卖会进行拍卖。而中等拍卖会的门槛是四星级客户罗峰，你就算卖掉这艘飞船，也算不上四星级客户。四星级客户罗峰，你就算卖掉这艘飞船，也算不上四星级客户。四星级客户的门槛是存款达到一万会员单位，参与者几乎都是不朽存在或者一些巨头，所以一旦卖掉。 短时间内你就买不回来了，巴巴塔说。罗峰明白，这艘飞船虽然昂贵，可飞船一般能占一名不朽存在的十分之一资产，就算不错了。不朽存在需要花钱在兵器、战衣、宝物、秘法等方面卖掉太空船。罗峰依旧算不上四星级客户，不卖，我现在不缺钱。罗峰笑道，反正这是抢手货，很容易卖掉，而且放在身边也是一张底牌。 九尊镭射炮配合飞船机动性，御主必死无疑，躲在里面，借主巅峰都破不开。等哪天缺钱再卖掉。罗峰忽然眼睛一亮，巴巴塔，这飞船的尖心炮能拆不？反正有三尊，卖掉两尊也好。你想得美，这机械族制造工艺太高超，整个飞船是完美的整体，连尖心炮、镭射炮也是融入到飞船中，拆你就做梦吧。虽然材料不如陨墨星号。 可这制造工艺比陨墨星号高多了，陨墨星号主要强在材料，强在飞船那无比锋利的边缘，一个加速冲击切割星球、借主等如切菜。至于其他技术面就要低一筹了，不能拆就不能拆，反正暂时钱够用了。罗峰笑道：“巴巴塔，将这金字塔飞船收进你的储物空间，我们回家。”虽然得到一艘机械族飞船，可是这机械族飞船轻易用不得。 因为一旦使用就容易暴露，所以这机械族飞船和雨墨星号一样。罗峰明明知道它们很昂贵，却只能放在巴巴塔的储物空间中。金字塔飞船至少没损伤，是完好的。雨墨星号虽然比金字塔贵上很多倍，可是它是损坏的，无法用。罗峰在从百慕达海域飞往亚洲大陆方向时，嘴里念着后面的敌犯白卡罗彼此相视，这个主人太。 太让人无言了。金字塔飞船在不朽强者的座驾中都算不错的，雨墨星号更是绝大多数不死强者只能眼馋却弄不起的珍贵飞船。F 级飞船无比昂贵，更别提这是 F 九级。有个厉害老师就是好。迪范看一眼白卡罗，传音道：“白卡罗，你怎么拜那诺兰山为老师？一个宇宙级九阶老师没前途啊！像主人多厉害，他的老师在不朽存在中。” 都属于无比厉害的强者，而且还是死的死的老师，刚好将财产全部给主人。若是活的老师，主人还捞不到多少好处。那敌犯传音说，白卡罗瞥了一眼敌犯，传音道：“滚！”时间一天天过去，当初虚无区域的虫洞旁就侦测到，当时前后是有三艘太空船前往地球的，第一艘是诺兰山家族的第三级太空船，第二艘则是第一级太空船。 第三艘则是 C 八级太空船，在罗峰他们解决了诺兰山人马，得到金字塔飞船后不久，华夏利二零六五年十一月十二日，那第二艘第一级太空船抵达地球。地球外太空，穿住战衣的光头敌犯站在外太空中，遥看前方的那艘深紫色飞碟型太空船。这位大人，你好，我们是来自黑龙山帝国波特雷家族的使者。飞船中飞出了十二名恒星级人类。 其中十名是恒星级九阶，还有两名分别是恒星级三阶和五阶。其中那名恒星级五阶是魁梧的青年，波特雷家族，黑龙山帝国十六大家族之一。波特雷家族，哼！现在这地球是我们三釜山麾下的一颗星球，禁止外来者敌犯的声音，在念力传输下传入那十二人耳朵中。三釜山，那名魁梧青年面色微变。三釜山可是四大组织之首。 就是两大圣地也得对三府山客气点。你们如果闯入地球，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敌犯暴喝一声，随即掉头直接飞回地球。而地球外太空，那飞船旁的十二人彼此相对。大人，怎么办？能怎么办？魁梧青年咬牙喝道：“人家出来一个人，就是宇宙级九阶，进去送死吗？”这 so，太空船只能灰溜溜的离开。同样的方法。 六天后的那艘 C 八级太空船也被敌犯吓走，毕竟这两艘飞船仅仅是那两家族派出的一个探测小队，怎么敢招惹一位宇宙级九阶？吓退那两艘太空船，罗峰的生活变得无比平静。不过他是在等待很关键的日子——十二月十六号，华夏历二零六五年的十二月十六号，正是三年一度的干屋拍卖会举行的日子。虚拟宇宙，黑龙山岛屿九星湾茶室中。 罗峰坐在椅子上，端住一杯玻璃杯，杯子里有琥珀色的茶水。明天就是前屋拍卖会了。前屋拍卖会的最低门槛就是三星级客户。罗峰轻轻闻了闻茶香。不过我的账户资金，因为之前的几宗消费已经不足十会员单位低于三星级客户的界限了。当初前屋拍卖会发送给我的邀请函还有效吗？罗峰，你的想法错了。你的账户之前达到十一万亿宇宙币，十一会员单位。 成为三星级账户，现在你消费了几笔？钱少了难道就不是三星级账户了？有些金融大富豪账户里面的资金经常流动，今天资金可能是两百会员单位，是三星级客户，明天一口气用的只剩下一会员单位，后天人家又转账过来三百会员单位，难道这位富豪一会儿是三星级客户，一会儿是二星级客户？罗峰一愣，消费是正常的，如你老师当初为了弄雨墨星号。 曾经账户资金几乎耗光，而有时候卖掉一件宝物，账户资金又飙升，一会儿多一会儿少。巴巴塔笑道：“银行是不会轻易给账户降级的，只有你的账户长期低于界限才会降级。”巴巴塔道：“账户级别越高，这期限越长。如五星级级账户，就算里面的钱用光了，在一亿年内评级都不会降。”罗峰笑着点头，有道理。喝着茶水。 罗峰心中期盼着，三年一度的干污拍卖会将会聚集整个前屋宇宙国无数借主乃至不朽的参加，最低门槛就是三星级客户，各种平常买不到的限制级的物品会一一出现在拍卖会上。买营养仓、低五级轨道炮、本尊天地修炼需要的珍贵宝物，消耗约五个混元单位，给弟弟罗华两个混元单位去投资。现在我这剩下四万亿宇宙币多点，罗峰暗道。 明天不知道能买什么宝物，回头去问问弟弟，看这两年时间投资的怎么样。罗峰暗道。第三百八十八章宇宙中崛起前屋宇宙国。黑龙山岛屿九星湾，在罗峰住处旁边有一座木屋别墅。罗峰沿住楼梯来到这栋别墅的三楼，三楼楼梯口的玻璃门关闭。吱呀，罗峰推门而入。这是足有近百平方的房间，里面有着一台台电脑桌。 每一个桌子上都放着一台笔记型电脑，电脑前都有着男男女女们在敲击着虚拟键盘，查看着各种资料。整个房间内一共有二十一名工作人员，在最后面的位置，桌子最大的正坐着一名和罗峰长相酷似的青年，只是更加瘦弱些。哥，罗华惊讶喊道：“挺热闹的。”罗峰笑着环视整个工作室：“罗先生好，罗先生。”一名名男女连忐忑行礼。 这群工作人员都是一直跟住罗华混的一些投资人员，因为用的习惯，罗华也将他们带到虚拟宇宙中。虽然有智慧光脑可以辅助，可是智慧光脑和人类还是有差别的。哥，你怎么想到来我这了？走，我们到旁边聊。呃，等一下。罗华迅速回到电脑前敲击输入指令，而后才跑过来。走，工作室旁边有一茶室。罗峰、罗华兄弟都坐下。 哥，在我工作时候过来，很少见啊。罗华笑道：“是这样的。”罗峰笑道：“明天是三年一度的干屋拍卖会举行的日子干，干屋拍卖会。”罗华听了一愣，随即露出惊喜之色，连道：“是不是传说中我们干屋宇宙国的最高拍卖会？我上次和一个投资者在聊天的时候，就听他说过，听说参加那拍卖会的门槛很高，最低门槛是三星级客户。”罗峰点头。 靠、哦！罗华瞪大眼睛，三星级客户，这拍卖会层次够高。三星级客户，整个黑龙山星域算得上三星级客户的都少得可怜，个个是大人物啊！罗峰笑着说：“我来你这是想问，两年前给你的两万亿宇宙币怎么样了、啊？”说起来，罗华露出兴奋感慨之色，连道：“两万亿宇宙币，就算是在宇宙的投资市场，在很多投资板块上都算得上大资金。” 大资金有好处有坏处，好处是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操控影响，坏处是不够灵活，想要抛售有时候抛售不掉。去年一年操作高的时候赚了百分之五十，可也有亏的时候，平均没赚没亏，算是积累了操作大资金的一些经验，完善投资策略。今年一年最高时资本达到三点六万亿宇宙币，不过最近行情不好，还剩下三万亿宇宙币的资产，不过不急。 行情是需要等的，我现在就等住行情爆发。罗华笑呵呵道。罗峰点点头，我现在要钱用，你能拿出多少？要钱，那就必须抛售，毕竟我的资产都不是现钱。罗华郑重道。可是现在抛售，哥，说实话，我最近半年布局完毕，现在就等住行情爆发大赚一笔。现在抛掉，真的，真的不太值得啊。不过哥，你如果急住用，一天内就能抛掉，可这么大笔的抛售。 容易引起价格的下跌，估计能弄到二点八万亿宇宙币现金，算不错了。我、哦，罗峰点头，不急，这场拍卖会要持续十天，如果我钱不够，我联络通知你。好的，罗华点头。整个前乌宇宙国堪称最大的盛会——干乌拍卖会，三年一度，罗峰早就无比期待了。哥，我随时在线你，你如果需要筹钱，就立即通知我，我会立即抛售换取现金。 如果实在住急，我已经跟一位朋友谈好，到时候可以紧急拆借资金，以我的投资的那些资本为抵押。罗华说，罗峰旁边徐星笑道：“回头你可要将拍卖会场景跟我说说，我对这前屋宇宙国最大的盛会也很好奇呢。”罗峰点头，和父母、妻子、弟弟等人告别，直接离开九星湾社区，招了天马，搭乘天马来到传送点，传送罗峰站在传送点内。 手持那份前屋拍卖会的邀请，呼，罗峰瞬间消失，离开黑龙山岛屿，传送到了干乌大陆上空的一座悬空城。那邀请函射出点点光芒，令悬空城防御自动打开通道，放罗峰入内。这是一座无比雅致的悬浮在云雾中的陆地。这悬空城上景色优美，花草植物随处可见。而整个悬空城最耀眼的就是那无比庞大的建筑物——拍卖厅。三年一度的干屋拍卖会。 每次都是在这拍卖厅举行。先生，你好，欢迎你参加这一届的干屋拍卖会，这是你的座位号。小姐，你好，欢迎你参加这一届的干屋拍卖会，这是你的座位号。一名名穿着或是华丽，或是古朴，有的人有着蛇的身子，有的则是高七八米，魁梧无比。来参加前屋宇宙拍卖会的，简直是人山人海，在拍卖厅的入口处已经排成了两条长龙。 大家都在排队进去，这么多三星客户，罗峰也排队。他前面是一名庞幅一团火焰燃烧的冷漠铁塔巨汉，在罗峰后面则是只有一米高却有着三只眼的阴冷侏儒。可是那自然散发的强者气势，都令罗峰感到压力。三星级客户几乎都是借主，极少数是一些大商人或是一些有超级背景的年轻人。巴巴塔声音在罗峰脑海回荡，几乎都是借主。罗峰目光一扫。 这排队都排成两条长龙的，最起码有数千人之多，数千名借主。这拍卖厅一共有十六个入口，所以说不单单你这在排队，其他十五个入口都在排队。现在在排队的借主大概在十万人左右。巴巴塔说，十万。罗峰一瞪眼，十万借主，太疯狂了吧？普塔，上一届参加拍卖会的有一百三十一万多，你说这一届会不会超过？在罗峰前面。 全身都彷佛火焰在燃烧的铁塔巨汉低沉道：“嗯，肯定会超过。据说今年会有一个进入初始宇宙参悟的名额，这名额是借主名额，最高可以让借主进入参悟。很多不朽强者都过来，想要买下这个名额，就为这个名额。这次来的借主一定会非常多。”那铁塔巨汉前面，全身罩在袍子中的男人沙哑道：“罗峰猛了，一百三十一万，初始宇宙。” 排队当中，常会听到周围一些界主们的讨论，讨论的内容都令罗峰有些呆滞，因为这些界主们讨论的许多话题都令罗峰感到迷糊。例如，这次在星域秘境，我们一道去的十八位界主，就三人侥幸出来，其他十五位，或许过上几万年、几百万年，可能出来，也可能永远出不来了。你们托塔军团这次在域外战场立了大功劳啊，恭喜了！旁边的界主有的互相认识。 谈论住那些话题，可罗峰却是眨巴眼睛表示沉默。这位兄弟，你是哪个家族、组织的？罗峰旁的一支队伍，在罗峰身侧的精瘦独眼男子向罗峰笑着打招呼。没家族，没组织。罗峰浅翠回答。哦，独眼男子听了点点头，没追问。单单从气质，其实就能看出周遭很多人的实力。周围一大群界主们。 很轻易就发现罗峰应该是一个实力比较弱的小家伙，不过在这场场合，越是实力弱，就越是不能得罪这种小家伙，因为实力弱就能成三星级客户，背景一般会很可怕。先生，你好，欢迎你参加这一届的干屋拍卖会，这是你的座位号。罗峰接过一块令牌，看到这黑色令牌上有着半透明的荧幕，荧幕上有着一座位号码 KND 九九二八六，真大。进入拍卖厅。 罗峰处于半呆之中，整个拍卖厅就彷佛地球上的足球场，四周的看台密密麻麻。可是这拍卖厅的座位实在太多太多，这里一共有三百万个座位，每个座位每个座位都是六公尺宽，十公尺高。巴巴塔声音在罗峰脑海中响起，罗峰点点头。每个座位六公尺宽，十公尺高，何等大的座位，足足三百万个座位，一环环排列下来。 简直一眼看不到尽头，就庞佛由无数的座位组成了一个世界，座位设计的大，主要是为了许多体型巨大的客户准备。KND 九九二八六，6, 罗峰看到这座位上的号码雕刻，便坐了上去。六米宽的座位比自己的床都大，无数的座位，整个拍卖会议论声音回荡，庞佛无数天神们在交谈。这么多借主们，罗峰屏息，干乌宇宙国足有一万三千多星域，如黑龙山星域。 就有近百名借主，那么整个前屋宇宙国平均下来也有一百多万名借主，而实际上因为许多不朽存在教导，令前屋宇宙国中产生借主几率更高。整个前屋宇宙国的借主有数百万之多，罗峰感到心跳速度加快。数百万的借主，干乌宇宙国不愧是号称宇宙国这样的宇宙国度，实在太庞大了。第三百八十九章：宇宙中崛起之息，干乌宇宙国。 拥有着无比庞大的实力，你老师也无法与之相比。不朽强者在庞大的干乌宇宙国面前，只能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毕竟前无宇宙国人多势众。当然，像你老师那种无牵无挂、实力又超强的不朽独行者，前无宇宙国不会轻易招惹。可要真的斗起来，付出一定代价灭杀你老师也没问题。巴巴塔感慨道：“没法子，人多势众。”罗峰点点头。 看住这拍卖厅内无边无际的座位上那一眼看不到尽头的借主们，就明白什么叫人多势众了、啊。三小时后，各位，一道清亮的声音瞬间传播开，回荡在整个拍卖厅中。浩瀚的拍卖厅中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很自觉的不再说话。罗峰看向拍卖厅中央，一名光头背住黑色龟壳的老者站在拍卖厅的中央位置。 而上空则是出现了这名老者近千米高的三维虚影。欢迎大家这一届的干污拍卖会，感谢虚拟宇宙公司、宇宙第一银行、宇宙星河银行、巨斧斗武场、宇宙佣兵联盟，还有前屋宇宙国的鼎力支持。老者微笑道：“相信很多人都认识我，大家可以称呼我老巴托。这次依旧是老巴托为大家主持这一场顶级盛会。上一届的干污拍卖会参与者为一百三十一万六千零三十八人。” 而这次参加拍卖会的统计数据刚刚出来，大家知道有多少人吗？一百八十二万三千九百五十九人，一百八十二万，比上次多了超过五十万人。顿时，整个拍卖厅一阵庞幅浪涛般的喧哗声音。能来这的最低都是三星级客户，密密麻麻的座位中，罗峰却是咂咂嘴，暗叹：在黑龙山星域，我的财富能排在前一百，可是，在整个前屋宇宙国。 不同的地位，看到的也不一样。没达到三星级顾客门槛，这前屋拍卖会参加资格都没有。废话不多说，这一届拍卖会正式举行时间很快就到了。在拍卖会正式开始之前，老规矩，我们先来一次拍卖，算是热场。龟壳老者手指向一旁，旁边顿时出现巨大荧幕，荧幕上出现了一个美轮美奂的宇宙星系，一座座星系掠过，每一个星系中都有很多生命星球。 生命星球中的强者也有很多。这是塔纳星域，我们甘乌宇宙国一万三千多星域中排名靠后的一个小型星域。整个星域一共有六百六十八个星系，之前是一位不朽强者的领地。不过，这位不朽存在准备进行一次生死冒险，所以要将整个星域脱手。所以，我们拍卖会的热场拍卖就是这一个星域——塔纳星域。龟壳老者高声喊道：“拍卖厅中一片喧哗。” 高座巨大座位上的罗峰也是有些震惊。塔纳星域一来就拍卖一个星域，须知宇宙初等文明国度银蓝帝国也不过才八个星系，这塔纳星域虽然是小型星域，可也有六百多星系。热场拍卖就是一个小型星域，看来这一届的拍卖会会出现很多超高价拍卖品啊！早听说这次拍卖压轴的是前往初始宇宙参悟的一个名额，这次拍卖会。 绝对算是万年内数一数二的拍卖了，在罗峰身侧的巨大座位传来一些议论声音。干乌拍卖会三年一度，不过每一届拍卖会都会有些差别，偶尔数千年、上万年会出现一场宝物层次较高的拍卖会，一般所谓的热场拍卖就能看出这场拍卖会的层次了。塔纳星域一个独立的星域，只要不建国，就可以受到干乌宇宙国的保护，这么一个星域绝对可以当一个家族传承亿万年的根基。 可以培养战士基地，可以培养奴隶星系，整个宇宙国的星域就那么多，而来拍卖的更是少之又少。现在大家开始出价吧，底价三百混元单位。龟壳老者高声喊道，每次加价需要是混元单位的整数倍。顿时，旁边大荧幕上出现一行数字：三百混元单位，四百混元单位，价格立即飙升。这一幕令远处座位上的罗峰疑惑：巴巴塔，一个星系价格？ 在一千到一万宇宙币之间，这个星域一共六百六十八星系，照理说大概两三百会员单位就差不多了。罗峰，你说的那是星系单独卖，而现在是整个星域在卖，这是不一样的。星系分散开，很容易被周边势力欺负，很难发展；而整个星域却是一个整体。巴巴塔说道：“整个星域内部相互支持，周边势力想压迫都很难，所以单独星域的价格会很高。” 巴巴塔说：“罗峰拿着那黑色令牌，遥看远处中央大荧幕，大荧幕上的数字不断刷新：四百混元单位，四百二十混元单位，四百六十混元单位。眨眼功夫就变成了八百六十混元单位，八百六十一，八百六十八，八百七十六。上升幅度变慢，一千混元单位。突然出现的一个数字，令拍卖厅一片寂静，再也没有人继续报价。” 一千会员单位，倒数三秒，三、二、一，恭喜编号 KB 二三八二九三的客人，你拍得了塔纳星域，成为塔纳星域的主人。龟壳老者声音无比洪亮，本届干屋拍卖会正式开始，时间剩下不多了，五十八、五十七、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声音轰隆，宛如神灵，整个拍卖厅中央变得耀眼无比。 光芒映照在周围一个个巨大的座位上的强者脸上。本届拍卖会正式开始，现在为第一批拍卖品，各位的拍卖令牌上都能看到即将进行拍卖的一千件拍卖品，想要买下的请做好准备，准备出价。龟壳老者高声喊道：“现在是第一种物品，金属类生命，伯纳族人九十二个，伯纳族金属生命可以和太空船融合，令太空船拥有自我恢复、自我升级能力。” 伯纳族金属生命一共九十二个，底价为两千亿宇宙币，最高的九十二次出价将会获得这伯纳族金属生命。龟壳老者喊道，顿时整个拍卖厅上很多人都开始出价。在人群中的罗峰坐在宝座上，低头看看自己手上的黑色令牌，一下子拍卖九十二件，够快的。这金属生命竟然能和太空船融合，金属生命实力提升的同时，会令太空船不断升级，有趣。 罗峰看住不断上升的拍卖价，便摇摇头，没再出价。一件件拍卖品如流水一般拍卖，成交价最低的也是数百亿宇宙币，正常都是数千宇宙币。毕竟最开始的热场拍卖属于个案，一千混元单位敢出这个价的，大概都是四星客户了。蓝可果实，培育灵兽、植物生命最佳的物品，就算身受重伤。 服用蓝壳果实也有治疗效果，一百枚蓝壳果实为一个单位，这里一共有三十九单位的蓝壳果实，每个单位最低报价为一千亿宇宙币。顿时再度报价，一般一个星系数十万颗星球，价格也就在一千亿到一兆宇宙币之间。这里的物品随便拿出一件，一般都抵得上几万颗生命星球，乃至数十万颗生命星球。罗峰买下一个单位，这蓝壳果实对魔云藤有非常好的培育效果，于是。 罗峰最终花费一千八百亿、一千八百一十亿宇宙币，买下了两个单位的蓝壳果实。机械族战衣，全身完美保护。机械族战衣的最表层会自然形成一层能量罩，而能量罩的能量来源，则是战衣内部的能晶。这一件机械族战衣是第八级的战衣，一旦穿在身上，就算是一名行星级的小家伙，穿上它，玉主五阶、六阶也休想破开这战衣，念力也休想穿透他这机械族战衣。 只此一件，绝对是购买给心爱弟子、自己的子孙最佳的礼物。拥有了它，将会安全的多。底价一个混元单位，龟壳老者高声喊道：“这件物品令罗峰吃惊，竟然不需要自身任何实力就能抵抗攻击。”这机械族战衣，罗峰还没听过。不过这玩意，借主穿了没用。靠，价格上升好快！罗峰最后看住那个令他目瞪口呆的结果，九点八混元单位。 这就是最终成交价，快接近十混元单位了。一件纯粹是给心爱弟子子孙的礼物，竟然和罗峰在界中界宝藏得到那么多宝物总价接近。罗峰，这种机械族战衣防御程度如此强，是非常罕见的。别说第八级，连 C 级机械族战衣，你恐怕都没见过这种玩意，纯粹是奢侈品。估计买下这件机械族战衣的，是为不朽存在。巴巴塔说，拍卖品哗哗而过。 各种拍卖品令人眼花缭乱，拿出一件就足以令玉主们疯狂。但在这前无宇宙国最顶尖的盛会，一百多万名借主汇聚，其中甚至于有一些不朽存在，报价起来却是不手软。连续三批物品，总共三千件，很快卖掉。现在是第四批拍卖品，各位的拍卖令牌上都能看到下面即将拍卖的一千件物品。看到想要拍卖的，请做好准备。龟壳老者依旧微笑说着。 顿时，拍卖会内一片寂静，无数宝座上的强者都看住手中令牌上即将拍卖的一千件物品。眼神兵，眼神兵，灵念师掌控者，九大神兵之一的眼神兵，罗峰，这是最适合你的念力兵器，这眼神兵你一定得拍卖下。罗峰刚观看，脑海中就响起巴巴塔激动的喊声。